但是恭喜一下白沙市拿到这场比赛的胜利啊。那其实这场比赛的一个比分还是比较大的，10-4的一个比分，但是给我大家带来感觉 AG 现在目前的一个问题真的是比较大，其实这张地图上的一个问题吧。我都觉得现在是全员不在状态吧，就是我们刚才在提，刚才应该是一个4-2的一个局，就觉得这分拿来以后连续拿两分 AG 是不是状态有，结果还在说话的这个途中，就是潇潇在这个位置又杀人，然后队友在另外一个位置也有一个刷屏，一瞬间就是白沙这边取得了比赛一个胜利。我们会回想一下刚才的这个比赛，其实我觉得先抛开白沙的状态不说，我们先说 AG 这边应该是全员的状态不是很理想。为什么呢？在前期5-4的这种情况下没拿下来，然后3-1 2-1 3-2，就全是这种优势局被这个白沙的个人发挥，尤其是肖举伦这一个点，然后再来就是我们刚刚有看到你这个 A 区防守的两个人，或者 B 区前顶的两个人，都是这种枪感，我觉得今天都完全不在线。而且就是说连续不拿分的情况下，可以看到就是确实需要一个做大胆的一个动作，但是最后也是无可奈何嘛，因为毕竟前期的一个分差有点大。还有就是说我感觉关键的一点还是说AG 这边可能在配合上今天出现了非常大的一个问题，也可以看到暂停的时候杨哥也有在说，一个是枪没有稳住，还有一点可能就是说就像酒吧桥的那个位置，酒吧和桥上的一个配合，可能桥都没有走人，就是从酒吧两个人还是一个一个往出补枪，对，就是一个酒吧还有一个小道的那个 H 的 rush。 就是会发现今天的比赛为什么杨哥这么气愤的一个状态，真的是我们听到这个听不了，我感觉从上个赛季到现在我都没有听过，就听不杨哥就是这样带情绪的，对，就正常情况下就是跟他们说该怎么打怎么样，但他不会像今天这种带着很大的这种情绪。确实在这样的一个顶级队伍里面，你这种战术素养的补枪脱节这种情况下发生的次数太多了，我觉得就是你有一局我可以接受，但是今天又是搜点不仔细，对吧？我们刚才看到有两次的搜点，一个是 A 区的箱子后，一个是中路的箱子后，再来就是刚才说的脱节问题，就细节全部堆到了一起，导致你今天这个比分 AG 拿到了4分，我觉得真的是有点就是可能说问题，就是问题不仅仅是说或是某一个人或者某一个位置上的一个问题，是全员可能今天都出现了一个问题。是，然后另外一边我们提到白沙，就是我觉得突破者宝宝的状态很好，再来就是肖奇伦残局处理的又不错，对，就肖肖这个点我先抛开不提，对吧？先不提肖肖这个点，你发现 B 哥在 A 区怎么样都能一换一，然后有的时候还有双杀，对，然后在酒吧这个位置也有自己的杀敌，再到中路这个点，就你会印象当中会比较深，就是，哎 ，B 哥在哪个点都能有一个人头上收获，然后一文吧跟着后面，他就跟着第一位去补枪的时候也能有一个人头上收获，然后肖肖有的时候时不时给你来一个，我觉得也可以接受，对，就为什么就导致了可能今天这个局我们会觉得。白沙是人员上的爆发，然后呢加上 AG 这边有点不太在状态，刚好一个高一个低就会拉了这个分差特别大，距离就是会就是拉得更大一点嘛，是所以说呢这边可能是也是需要 AG 这边回去再去研究抑郁这张地图啊。虽然说之前有说过他打得不好，但是今天这个状态可能确实怎么说就是可能和之前的一个抑郁差别是有点大的。是，那打完可能今天的第一场比赛以后，目前等于这个 B 组是3-3，对吧？3-3，然后 AG 自己是2分，对，剩下就 XOG 了。所以说对于这个 B 组的一个伊斯大还有说 WE 来说，他们就是唯一担心一点就是第一把自己第一轮的状态要保持好，然后之后呢第二轮的时候呢还是要担心就是说 AG 和白沙这边他们的一个状态会不会回暖，都是对他们有一定的一个威胁。是，就一个是可能今天这场比赛就是伊斯大如果对上 XOG 现在状态不好嘛，那我伊斯大如果说我能拿到这分，那等于是还好一点，其实我就是对于这个胜者组感觉机会更大了。为什么呢？因为其实 AG 想上来你需要拿2分才能跟我一样，那剩下的就是一个是白沙，一个是这边的 WE， 那两边应该是一三个 WE 还有一个碰撞嘛。我们来看一下这边 MVP 是给到了白沙的肖奇伦，击杀是15，死亡是9，这个15-9的这个数据我觉得更多的就是残局上面，对吧？残局全是这种双杀呀三杀呀各种残局拿的比较多，也是让AG 让白沙这边赢的会比较轻松一些。对，因为我们的这个 MVP 的一个评选可能是要考虑一些综合的一些就是数据，一个是残局的东西啊，对，包括就很多手杀，对，很多数据会在一起有一个均值下来，那可能确实肖奇伦今天我们看到就印象比较深，就是真的是在全局里面他的这个动作呀，不管是单点位置还是怎么样都能有一个发挥。对，那这样的话也是要再次的恭喜一下白沙啊，也是希望 AG 这边回去就像我刚刚说的再去就是说钻研一下这样的地图，毕竟自己是一个强队，它的地图池可能是还是要去丰富起来的。对，就是有些地图是不允许你去搬掉的，你还是需要把每个地图都是练起操练起来，我觉得还是希望
两个队伍在后面都可以加油。嗯，那接下来是我们的采访环节，让我把时间交给妮妮。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赛后采访环节，我是今晚的主持人妮妮。那我们今天的第一场的 BO1 的比赛呢，最终获得胜利的是白沙战队，那本场的 MVP 就给到了肖奇伦，来肖奇伦先给所有的 Super 们打个招呼吧。大家好，我是白沙战队的肖奇伦。那今天我们是完成了抑郁这张图啊，那其实昨天跟今天因为打的是同一张图嘛，而且都是获得了一个比赛的胜利啊，那所以现在可以说抑郁算是我们的强图吗？其实抑郁不算我们的强图吧，可能说在之前大家了解我们的话会觉得是我们的强图，但现在我们的抑郁可以说是在里面五张图里面应该是中等的。对，也算是中等。那你觉得抑郁我们今天最主要的优势是在哪里呢？今天最主要的优势可能是赛前的准备，还有中间有很多运气成分嘛，然后自己一招打多都取得了胜利嘛。是可以看到今天其实有好几分都是我们什么一打三或者二打三，这样都能够拿下分数。那你因为其实自己的位置一直是打单点的，你怎么看自己的这个位置？我觉得打单点可能说会比较磨脑子吧，可能说因为你在圈子里面打那么久了，可能大家对你的单点啊，对你的了解都会一如指掌，可能说你干点啥你丢个道具人家都知道你要干嘛，可能说更多的去看就是录像嘛，去研究对方的站位，然后什么时候自己该去做什么动作。那所以说如果对方针对你这个位置的话，你怎么来预防呢？一般别人针对我的位置的时候，我都是很少就比较少去吧，然后多跟队伍打团吧。好，那我们这边也是感谢一下肖奇伦接受的采访，也是恭喜一下白沙获得了比赛的胜利。下面呢进入到广告，广告之后为大家带来今天的第二场的 BO1 比赛。跟全装的区别在于，全装的话一波进会比较快，全装的话它有英雄武器嘛，然后在裸装里面的话穿透力并不是那么的强，有些木头箱子的地方你就可以藏了，因为 AK 是没有穿透力的，我感觉就是对保卫来说是优势挺大的。裸装我觉得是比较吃枪法，他们可能是年轻人接触的时候就已经是全装的时代了，但是我们在刚起步的时候跟裸装相差不大的，要你的基本功更扎实。我觉得经过三个杯赛以后，能锻炼我们经验很少的选手。我们跟 DL 上会有很大的差别的，因为 PL 的战术体系与配合更完善。我们对 CFS 的资格赛还是有信心的，但是还是需要提升自己。国际比赛的所有的地图啊、枪械啊、还有道具啊，我都可以提前适应嘛。中国队实力可能会比以往要进入关卡更快一点。感触很深吧，就这次也很想为中国队加一次油。CFPL 冠军杯，我们来了。
我是林虎姐，比赛精彩纷呈，微博还读热评，让我们一起来读一下今天的微博热评吧。期待在本次杯赛上能看到更多的战术。我看了巴西那边的联赛，觉得他们不止战术丰富，而且个人实力极强，中国队千万不要轻敌，加油！ CFS 的冠军终将是我们。相信这位粉丝的愿望可以成真。每年的 CFS 对于春运火线来讲啊，都是一场盛事。盛世之下呢，我们每个人都希望自己的国家能获得更多的荣耀，为了那个桂冠，为了那份荣誉，还请所有的中国队加油。好的，精彩继续，锁定 CFPL 冠军杯，林虎姐就在下次热评环节等待各位 C 粉，稍后见。好的，欢迎回来。那马上为大家带来是我们第二场的 BOE。那刚刚结束第一场呢，白沙是拿到了胜利啊。第二场是来到了 Kingzone 队战于 SV 的一个这个异域小城啊。其实 Kingzone 最近的一个状态也不是非常的稳定，是目前也只拿到了一分这样的一个状态，就是也是像这个开赛前说的嘛，就是可能在我们的印象中 KD 可以拿到比较多的一个分数，就至少可能排在前列，就不说可能第一、第二这样的一个状态。但没想到在整个第一轮打完了以后，现在只拿到了一分。就他的对手基本上好像都是对于他都是一个大的这种翻盘，或者说这种打得很纠结的时候，他的这种落败分数就是一两分的这个小分。对，所以说这一场的比赛和下一场的比赛非常重要的，一个是 Kingzone 对战于 SV， 还有一个是 LGD 要对战于 EDG， 因为 EDG 和 KZ 来说都是一个一分的一个积累。是。那这样的话，我们按照就是每一组要淘汰最后一名的情况下，那下一场 EDG 就像 B 和 LGD 这边应该也是有一个精彩的一个比赛了。是，我觉得压力也会比较大吧。目前看到这边的一个首发阵容，这边还是依旧是吴宇轩加上他们的教练哈伦。嗯。来看一下他们的对手 SV 这边还是首发阵容加上他们的教练小胖。是，我觉得其实 SV 就不太会给到 KD 这样的一个机会，就虽然说你现在是一分对吧，你想拿到这个分数，但 SV 现在的一个状态看过来是非常不错的。对，双方可能都不会太想放过彼此，但是在牌面和就是说现在目前的状态上状态来说 SV 这边要强很多。是，但是可以通过这个他们的这个面部表情能感觉到其实 KD 还是比较轻松的。对，这个可能就是已经放平心态了。有一个怎么说，就是说估计他们就是预计他那个心理就是，哎，今天可能是对手挺强的，打不过怎么说呢，可能也正常，我们放松心态打，对吧？是，没准这样的效果可能是更好。是，就是很怕，就刚刚说到了嘛，就是那种逆风的时候没人说话了，然后整个队内气氛感觉结冰了。其实叨叨在这个队伍来说，现在可能还是会话多一点吧，就是叨叨加入进来之后。像这个小伟伟大家都知道，平时可能他都会去说一点的，是现在又多了这个叨叨，在局部上可能会去带领这些几个选手去做一些动作什么的。哎呀，还是有说有效，就状态对，还是看今天西西和全全的一个发挥。其实这两个选手还是有的时候不太稳定，是就是一个在烟雾当中一个爆发嘛。对，看一下这边他们对手 SV 的一个状态。是，这边是教练 Best。 对，是要拿着他自己的这个招牌小本子在这个手上。嗯，记的东西全在这个本子里啊。是，就基本上对上一些对手的时候他真的是能分析出来。对，而且看一下今天念旧能不能成为这个再次的成为这个王炸是吧。念旧感觉这几轮下来他的这个个人发挥是非常非常出色的，就是他的这个他越到后续发挥的越好，可能前面还存在感大家可能还觉得没那么强，就最近的几场包括长旭这边发挥也是比较稳定的。对，长旭也是稳定的一个点。马哲在昨天的这种残局处理上面就很恐怖了，这还是个老将你知道吗，他的就是说经验是真的很丰富。是在这种 1v2 1v3 的这种局面当中，其实给到对方非常大的这样的一个压力。而十八这边作为队伍当中一个比较关键的一个点位，其实脏活累活有的时候也是他在干，而且他有的时候走位会给马哲这边回馈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信息。是，安可我觉得就扮演了一个枪男。对，然后你在我让我在什么样的一个点位，我也能有一个我负责低调对正常的一个击杀。对，
啊这样的一场比赛啊，其实对于 SV 来说可能会轻松一点啊，但是对于 KZ 他们能不能进入到这个八强来说，接下来的每一场比赛都非常的重要。是因为其实来到了第二轮，我发现其实积分上面是一点，再来是选手的一个状态，就是你两轮已经现在第二轮已经开始了，如果说你再没有状态，你再慢热，你在这个时候还不进入状态，那我觉得后面你就不太有机会进入到后面的比赛了呀。嗯，尤其是像 A 组现在这么残酷的一个状态，对，还是看两支队伍就是在这张地图上的一个准备。那我们选手已经准备好了，然后马上进入他们的地狱。来到了我们今天第二场的 BOE， 同样是来到了抑郁小宝城，这边作为保卫者的是 SV， 潜伏者的是 KZ， 这边第一时间就把马哲架到了这样的一个位置，就中路这个点四号位，第一线先不露，而且还是这个堵B点的一个站位、啊，是偏B。加钱那个窗户上。这样的话 ，A 点是前期只留了念旧一个。应该是正门右手的一个防守。我这个。印象中刚中还在想刚才罗浩说的话，小心加钱他们那个窗户上，我想的是你都那么站被别人打屁股背身了，别人不太会这么站了吧，对，就有点危险，这个位置真的很危险。我不管杀不杀人，我说中路上你就拉、那这样的话其实马哲应该在包点是一个就是望远，就是望远对，就看就是搜点要不要搜这个右手，要不要配合小道，但是感觉好像是念旧，他已经叫队友了。对，啊，这真的没有办法，一头的这一颗白啊。但是长旭补的非常的迅速，哎，这样的一个道具也是拖了一下 KZ 继续进攻的一个节奏。现在打的比较慢，我们看到一号位已经到。到了安可的位置。还不上吗？应该能知道是谁，他们的五号位应该就是马哲。是的，那来看一下这边马哲五箱的一个架狙啊，看一下后续 KZ 要不要给五箱这边一些道具，然后去清掉。对，我觉得应该丢道具啊。已经是叫上了自己的队友念旧，念旧这边和马哲两个人的一个拉点。这是，后面来了，还有三个，看对面位置，马哲需要一个。但是其实这个拖时间，后续保卫者已经来了呀。换子弹了，现在马哲是子弹是没有了，但是这一波啊真的是拖住了。这个是一比一，最后零分。但还是感觉 KZ 这边是有点要是轻又要不要轻，是有点不太果断，也是可能。刚才有一些波动，网络波动，对，然后导致了他们在考虑要不要来轻的时候，念旧抓了一个人家自己过来了。是。哦，这边是已经放一个人，已经到 L 点了。那这样开枪的话，也是暴露了自己。西西这边直接反架掉安可。哇，刀刀这边是拿手枪出来，自己拿起了狙。我还想说这个狙怎么会慢了，已经是卖了人了，结果原来是刀刀啊，是吧？对，一个是应该是十八，那个西西回头把这个 L 点的人给抽掉了。嗯。那这样的话前期一个优势现在还是在原地控住了，是
这样的一个场面，其实有一点上一局的感觉。看一下这个 SV 是派哪一个胆大心细的人过来先去做一些动作。对，就是保卫人数，对人数劣势的时候，当时是李三摸的九八嘛。对。开枪了吗？开枪了。两个狙。走。蹲上。往逼走来。这边应该是，这边不管拿不拿下 SV， 这边还是小邦应该是跟队友有交流了，可能是通过刚才的一些，对方进攻的一些判断吧，有些自己的东西要跟队员去沟通。哎，刚好马哲回来了，看一下马哲这边第一枪有没有人去炸这个马哲，但是这一枪空掉了，很可惜。是在两人中间打了一枪。嘴巴噎了。那一号位的实际还在这里，你就让别人很烦了。因为潜伏者我人多啊，对不对？我还可以做一个断后。我这边打脚了。你看，吴瑞一直在说帮亚罗，帮亚罗，因为锁定电就还在 A 大，你不帮他把这个马哲第一天打掉以后。形成一个大优的话，现在是个二打三，其实对于保卫者来说是有的打的。是，那来看一下这些保卫者有没有的打剩下念旧，哇，还是被全全补掉了。是，伟伟都已经找不到人了，就已经很惊险了，已经。是是是。我们听一下交流。好使，然后记住他们打 A 的时候是大门顺爆闪啊，大门顺爆闪的没事，老马正常指挥就行了，就不用咱们不用太激进的那种防守方式。小心大门顺爆闪，团儿 A。那这样的一个顺爆闪的一个细节，应该是要告诉念旧要小心一点了，因为念旧如果在这个一层的话，可能就要注意这一个闪。对于其实小王来说，没有太多的这种交代，就是更多的就是。听完这个最后突然之间好像他就是非常安静，过于安静。对，还是就想听他们交流完嘛。这个我们通过这个反馈大概能知道，就是觉得 SV 去对上这个 K 的时候没必要去激进打法，就是我常规的防守就应该能防得住。对，就可能但是马哲的应该是两次都是偏于必须的这种赌防式的防守了。对，而且 A 点这边打的也是比较主动的。哎呦，这个了哟，这是从哪来的？这个是从这个窗口弹进来的。对，我还在想这个雷是怎么来的。但只能从这个，或者是从这个桥弹进来的吗？那从 L 点丢过来，那也太准了吧？那是，那不能。是。直接来了。哎呦，马哲第一枪出掉以后，还想再来一枪。马哲第一点的第一枪已经到了呀。哎呀，这个被打了一个侧身，我看到包脸补得很快，在凹槽的位置。这边应该是刀刀，应该是想抢这个凹槽的一个点。想抢凹槽，对。但是伟伟这边也很准啊，这一闪身嘛，直接打掉念旧了。是。是啊，你这个长旭，这个你要给长旭机会，长旭应该是可以拿得住的。刚听到要一起拉这个点。对。但是其实包点已经是走了。对。这边是两个人一起横拉，拉掉了这个长距位置，而且我觉得念旧啊，包括我觉得队里面刚才有几个人死的就特别倒霉，就一个闪身，对方就真的就给了一发，那就是对面枪两边都会有，两边都有，对，就是刚一个闪身出来。马哲也是给自己的队员提个醒，是，但是好像这四分看过来好像。他是打的还是比较就是中规中矩的那种，不是非常激进。走了，而且这个时候他把一号位叫回来了，把安可叫回来了，因为我们刚刚听到马哲说九八要清了，确实来了。我们看一下这个补枪，就你这个位置，罗浩有点慢。一波被刷掉了呀，九八人很多呀。啊、这边是又直接弃掉了这个要撤退的西西啊，直接秒掉，那也是马哲单局的一个发挥，是把九八的点确实是占了下来。对，就他第一先，虽然他没看到人，但是他的一个判断是很准，他就是他把这个安可呀、十八都把从这个必须叫了回来。这个是可能对对手的理解和临场，就是说细节上的一个阅读吧。可能看到这颗烟雾，觉得对方要清这个九八了。
罗浩也是一个局吗？是的。架中路应该是。那这边应该是中路没有看到人之后是换回主枪了，但是这一波 A 大的集结，感觉两边好像又是碰上了。是。你刚才都看中门，我在不白点炸着了。二号位是不白点，我们一会看一下，念就是纯藏呀，真是顺爆白。啊，这边就直接是被秒掉了，维维这边是三个人全部被打掉了。对，你在什么位置？是自己一个人杀了三个，这个人。但是马哲这边那个回防是换掉了两个，剩下安可一个人压力很大呀，这个重防又没防得住。我下这面，这边回到了，直接秒掉维维，三局的四杀，四杀。就是我觉得这个一会如果有经典回放，可以看一下这个维维到底怎么把这三，你从哪儿出来的？三个人的位置就是很不一样呀，有在这个那那应该是从正门进来的，那个正门左手，对，先进来把左手杀了以后，一层二楼想补人都被他在一层杀掉，而且还是应该是磕秒的那种状态，是他人都没到二层就秒了三个人，又来赌币了，我看一下啊。KD 的一个血，哎，这边应该是看到了这个 A 房里有人，但是这个念旧的位置非常的关键，还又是被小微微打掉了。我觉得今天这个念旧的手感跟状态不是特别理想，对，就经常被别人顺秒就不给他跟他跟别人去对枪，是就不给那个机会。你让念旧跟他去对枪，我觉得念旧胜率还更高一点，但基本上就是被别人一发呀，对，或者说自己闪身进来的时候带一发走了。所以说对待就是个人能力强的选手就应该这样嘛，你不能给他有回馈。对。回枪的机会呢，可能就是比较，你就是胜利拿到这个人头的机会就比较小了。这边在爱莲清了念旧以后，是要把酒吧这点清下来。我们看，如果要打 B 的话 ，B 区还是有三人的一个重防。第二把是第一把。我们来听一下那个马哲的一个交流。嗯。四个人就跟你们一起了。卡你 A 区的人，要打就快。走，走，走，我来看，我来。就加油。看一下这个细节的一个搜索。这边长须是在跳枪这边是扛住了，一打一，马哲跟罗浩两边指挥的博弈，哎，打得深了。马哲还是敬业更为老道一些，在这个残局上面自己的一个就是先靠住了，其实他给到罗浩的一个反应就是罗浩要担心很多点，是我第一时间没有漏，感觉就是慢慢慢的在找到这种，就可能真的是残局自己的处理上状态很好，但是你会发现念旧反正这种 A 点的这种位置是比较受到针对，而且刚才有听到这个 Team 六里面叫就是对方就是三到四个人在外面卡着你，嗯，就你千万不要再有一些大胆的动作了。其实可以看到双方选手这样的一个发挥情况下，其实可能都是会有就是说没有特别在状态的一个选手。是，而且我们今天看到比赛来，就目前来看到有三人都有单人保卫者了，全都是各种赌房。对，就今天我没怎么看到过常规防守，基本上没有吧。从白可能是常规防守，可能是就到这个 A 级再到现在的 SV， 就大家都比较吃力一点吧。又来一个重防 A 区。突然间世界安静了，就十个点大家都不动，没人动，现在这边 A 点要往出走骗一下吗？这好像是谁没进，来了，堵到了。这边是没有在预表演，也是被打掉了呀。看一下 S V 这边后续的一个步枪，又是一个重防没有守住，还是一个重防没守住呀。那给到马哲压力比较大，我们看一下这个三楼的位置，自己会不会有所忌惮？后路来包了，下包下包，没给机会。要忌惮，三楼打他了是不是？对，刚说完，但是打应该打了一个残血，罗浩是血量不多的那个。对，一打二，进到了。哎呦，哎呦，哎呦，这一发，这个残局手枪。你这我都想的问的，你看到了什么？他是应该是对方先开枪的，他看到这个
枪口火焰打的第一个，手枪一发定了一个。那这样的一个残局，其实对于 KZ 来说就是比较影响心态的一个两个残局了。对，又是两个残局了。这个会不会通过马哲像昨天那种自己的残局把对面打崩了？对。然后来看一下上半场的最后一分。可以看到马哲就这一场比打的还是有点，怎么说呢？一个对这边是伟伟，那边是马哲，两个人的这个发挥是特别的亮眼。对。夹钱是局，却哎，这个两边真的，但是只露了个头皮，就露头皮，应该是蹲站看有没有人上，就露个小缝。又躲避了。又躲了，对了吗？不躲，躲中路，过来。这到底躲哪？你看到这个三号位是谁啊？就来回跑，刚准备吹，上了躲避，躲避去又躲哎，躲哎又回中路，躲中路。念旧真的是无情的工具人呀，只要你叫我我都在，我就来。是哪边打了直接正面补啊，赶紧我一有声，一有声锁到位，好吧，九八先动啊，我九八先动 OK 不，你们去五香藏的去去吧。哦哟，是不是让卖一下罗浩，罗浩自己跟这个是不是要跟伟伟来玩一下这个打币，直接打给他一种打这个包币的一个假象吗？还是一个错觉吧，可能是让对方。那这样的话，其实戴西斯的三名潜伏者已经在五项集结，就看一下，这个小伟伟和罗浩怎么动。啊！这是这种空中把别人给打了，而且就像是原地起跳的那种感觉。他就是原地起跳，哦、对，他想看第一的，结果正面来了一个人，他把别人给吃了。这样又反打了一个，打了两个，打了一个六十。那这一波的话，长旭被吃了，又是安可这种一打四，那这个，我觉得。能给到安可，就能给到 SV 一点时间，就想一想大家潜伏要怎么打了。嗯，这个残局还是压力比较大。啊、这边啊，给到 AVY 的道具是非常的多，手里还有刀，罗浩手里还有道具。别去那箱子，对，长梯我看。吓死我了！你们俩看好悬梯，长梯我看。来，我给拉。刀刀也看着长梯吗？没事没事，他来我给拉了。加两块，你戴眼加去。来了，直接被拉掉，你知道吗？上半场 KZ 是有一分的优势。还是我们听到这个小胖还是在这个时候说了一句，还是应该正常守。对，我们来看一下伟伟那个三到底是怎么杀的，正好是这边导播给我们看了一下。嗯，正面直接进来。哦，这边是直接锁掉的吗？就有一点神经枪的那种感觉。我正在打这种玄机的位置，我随便锁到左手边一发定了以后，我右手边再扫过来，就把二楼的直接扫掉了。对，他要不打念旧，念旧可能还有一点就是回旋的余地。因为念旧第一时间就是一个就是背闪背闪的一个背心。刚想回过头来，那确实是，我觉得是，给到了 SV 一些压力吧。因为我们发现 SV 其实在这种残局上面其实是赢了两个，如果没有这个残局的话，会让 KZ 的分差会比较大。但是就是因为这个残局，可能对于 KZ 来说，心态可能也会有一点影响。就两边刚刚好，对，都有一些爆发，因为博瑞也有一些个人发挥嘛。是，那来看一下他们下半场攻守互换。九号没见到的，小心点。要直接爆吗？看一下，五个人直接来了。这边的防守，全全和小伟伟。虽然说我是一分的一个劣势，但是到这样的一个局面下，我感觉做一些大的动作，这边五人要直接打。我们看一下，这边是伟伟跟全全。对。要不咱们站外边？就那个，你缺。这个还在研究站位啊，但是这边 A 点好像是已经要打了。啊，这样一波道具互换之后，应该是还在原地先靠一波，再来二次的一个进攻。是。保卫者回防的，其实已经很快了。还能走得掉吗？还走吗？我、哦、这边是又给了一些道具啊，但是怎么样，用枪硬吃吗？一波刷屏很混乱呀，稳住，抓他了，要感觉那没办法，两个人手上直接拉过来。这一波是非常非常的混乱的一波，就感觉 KZ 还是有点太过于主动，应该是有只有一个人跳，就后续应该是没有人想跳配合他。但是你手里没丢这颗白，你跳的话有点吃亏啊，是肯定有人架着的，对吧？对，刚才都说了，一层最少有三到四个人，然后对方十八也看到对方二楼有三到四个人，所以这个时候就是一个阵地战了。就 SV 根本就没着急，就把枪在下边给你架好，我就比住就可以了。对，要么你一起跳，要么你就不跳。
所以说还是临场那一刹那的一个决定啊，是个人的一些决定，是，所以说还是临场那一刹那的一个决定啊，是个人的一些决定，是，5-5的比分。反正我们通过这个杀一柱能看到，应该是全卷跟维维两个人在这个主 A， 全卷跟维维两个人在这个主 A 的两个人是没有一个人头上一个收获。嗯。这边是不是要空一排？还是不着急。SV 这两天的一个比赛来说，其实他们把节奏掌握的还是比较好的。是，要有快有慢嘛。对。清酒王慢点，多活一会儿，让人看见的话。多活一会儿。应该就是杨工了。那听这个语气，大概就是一个杨工。对。走吧。没办法，我就看酒吧。你们想接自己？我们俩一分钟我就要出锅了。那脸你们瞄着点。这个就是之前有提到，就是如果说 SV 打杨工的话，他们正面的就是这个人。死的不像别队那么快，对，就是我还能有个自保，哪怕我正常情况下我打了被你看到，我能走我还是尽量走，嗯，不是以去送死为主。没错，那这样一分钟到了，看一下西西，刚才应该是听到他在 B 说一分钟的时候可能要往出摸点啊。哎，偷袭点啊！来，我闪着干他一下。嗯，一个摸一个，一个没有，他们绝对靠。这都是局部的一个配合。是我们看一下到时候要不要转。啊，西西这边已经动了，看一下 AY 的人什么时候开始动。两个，直接动了吧。一个都不留吗？逼了吗？这边又是念旧的这种发挥，而且人家 A 去下包了，念旧还有机会，又秒了一个，手感已经来了。哎呦，这边手感来了，真的挡不住了，直接秒。他们打战术一直就是嘛，整带人去排，或者那三个人在 A 区外趴着，完还有一个三个第一在那趴着，你记得吧？谁报了一个 B 区八四个？对啊，然后下回再占第一换一个。有的时候选手太紧的时候打比赛也会出现一个错觉，就是你在那个持果的票都可以，单点位置这把就打了，你过来我们反黑他好吧？看不到。这把单奥槽了是吧？九八幺谁封的？我来单。是。你自己玩就行。可以跑起来守，可以跑起来守。我就回来。还是听到这个交流吧。嗯，阿伦这边其实给到的信息还是比较准确的。是就。他们整个战术还是围绕着马哲为主，对，要不然三个人在 B， 要不然三个人在这个爱门外。然后刚才也是有一个可能 B 区人有点紧了，有点、嗯、可能一个动静就觉得打 B 了。往两边吗？西西，没事没，你这个你在 B 包点往两边。到近点了，玩了一个。那看情况吧，西西，看你自己吧。看西西的个人能力的时候到了。这边感觉要碰上了呀，但是西西感觉只有一枪的机会了，我再是一枪打两个，真就一枪机会，是。我一枪杀了两个人，龙浩这边也是换起了 M 四。我觉得他这个对方枪法上出现了问题，他都已经有一些些许的这种水了，对，有很多的瑕疵在里面了，还没打完。但是安可这边看一下，两个人是不是要集合，是一起拉掉他，还是怎么样？哦，差一点。还有人再把吴伟这边打掉，其实后面的人补不上枪的，而且可能后边打残军的有点慌。又打平了。他如果爆两个人，咱可以那个。他一个人没事的。呀，跳来三四个，又来抱你 A 区。但是 A 点这边第一时间放了三个保卫者。是维维全员，这次把罗浩叫来，罗浩直接是来到了门右的位置。都是在一层守，都在一层走。那这个如果不被闪，全是背身啊。看一下罗浩能不能堵住口子，这边应该是小维维是直接是送了，对吧？你看这个就是，如果不顺冒白，你就是两个侧身给到对方了。这个位置不太好站的。那我觉得站这里还不如站在。就是二楼来帮我们看了，嗯，因为他二楼今天吃了白以后，稍微好像还有机会。那他对他们自己研究战术嘛，对，可能尝试了一下。是。应该这么俩啊，狙，后路是M四，狙
来看一下西西和刀刀的一个残局。来正门了，确定。正门左手。正门，正门狙，正门狙。李雪。这边十八的一个双杀，拿到这一分以后，再次把这个分创有一个小优势。小优势。7-6。这个应该 KZ 以后都不会用那个站位了吧？是中 A 是没中成功。其实刚才的一个之前的 Team 六能听到啊，应该是哈伦跟他们说还是要跑动起来来守。嗯。就你站得太死了，可能容易被对方所判断到。而开局 SV 还是做就是上几局或者前几局的一个就对对手一个位置上的一个理解。就是这个就是在卡点啊或者加点的时候真的就是比较紧张的那种，就是在加点有一个交流。对，这边已经慢慢的去往中路集结了。这个好像就是之前提到可能三个 B 趴住，但是马哲这边是起了步枪，可能要打一波快速的中路，直接打了中路。哦呦，龙浩这边直接是吸住一个，是看一下这个反闪能不能拖一下。哎，没有扔出去。那这样的话看一下罗浩没有换到第二个。对，哇，这边被念就直接秒掉了。但是你这个位置跟 M 四穿的话，那安哥肯定是占优势的呀。剩下一个固定防守 ，A 点的拳拳被包住了。这个二打一，唐旭跟马哲只要一起漏，我觉得拳拳就不太有机会。对，马哲这补掉以后，将这个分差扩大到了两分。还是抢这个 A 打，应该是 SV 去团这个 A 区的成功率比较高的，有两次都是。哎，这应该是刀刀吧，好像是给到了 KZ 这边一个提示。还是要控点。对。但念旧在下半场的这个手感慢慢就来了呀，就是你给到他回枪的机会了，你给到他去跟别人去对这个枪了，他的这个。对吧？慢慢就是把这个手感找到了。是。KZ 这边前期还是一个比较常规的防守，那看一下 SV 这边把这个进攻的时间点放到哪一段了？看一下这个位置，酒吧应该是要三个人来清一下。酒吧这个位置刚好是没有这个保卫者的。刀刀是不是在桥上来回带啊？哎，看到了，马上跑。那这样的话已经被看到了之后，应该还是要做一个这个转点的，因为第一时间没有把刀刀打掉啊。哎，给个假象，再来。哎呀，这边 H 要动啊，感觉。那五号位这个时候，马哲是始终架着这个位置的。就看 A 点这两个保卫者出不出来探点了，探点可能会遭中。是，刀刀这个是一个小跳带眼。中路没人，那就是两边了。就 A 了吗？完了，判断错了。但是啊，刀刀这边判断错了，刀刀走了。我看要传得回吗？空的，那这个时候，如果你要回防，一定要小心前点，就是这样念旧这种位置，我觉得 K D 是一定要小心的。嗯，你看，哇，这个手枪，这个 K Z 都流行小跳出来秒人吗？不是这个手枪，我看正面应该叫拼搓枪。一打一，一打一，看到了，给你一颗白。要去抓这个白的时间很长，也是这边三打五成功了。那我觉得 KZ 会不会有点崩？因为这个凹槽是必输的一个点，你近点虽然说是把念旧给找到了，但是你凹到这个点，我觉得你怎么都带眼，对，正面往前扑一定要看这个点的。九比六，
整场比赛的赛点。是 SV 的三分的优势呀。看一下正面的位置，正门西西被看到了。看到这个西西会不会觉得就是说 A 一包点现在就是只有一个狙击手？这边感觉想要直接打了。这边西西想要跑，没有跑掉啊，完全跑不掉，全卷也被补掉了。这边长旭是拿手枪就补掉了后路。那这样的一波之后有点难了。4-2的一个局，难度系数非常的大，对于佩戴肉这边也被狙掉，只剩下罗浩一个人。那也是恭喜 SV。但是再一次的恭喜一下 SV 是拿到了本场比赛的胜利啊。可以看到上半场其实念旧这边就是在受针对的一个同时手感并不是非常的好，然后可能在酒吧前点安可这边发挥也不是非常的好，但是可能就是说在这个临场其他的一个这个队友是比较给力的。是，还有就是像你说的那样，上半场的时候马哲拿到这些残局会让 KZ 的这个心态有一些扰乱嘛，包括就是刚才的最后一分就跟大家去分析复盘一下，刚才其实是第一线，当你在 A 区看到狙的时候，那我觉得 A 区第一线不可能是一个重防。那狙一般在什么点？一般都会在小刀口来来回的架正门跟小刀，就他在暗楼不好去开这种枪开出来。对。然后所以说正面的时候，就是马哲一就不用说，他说不用等，不要组织小刀了，直接传正面，而且是给到二楼一个白。就这个时候只有步枪在二楼能帮助到他看这个正门的位置，给到白以后，那西这个点就觉得纯被自己只能开可能一枪左右的这样的一个机会了。然后正面直接吃掉以后，全员这个点也扛不住，那一波就把 H 给占下来。而且这个共建完之后吧，你会发现 KZ 的这种自己的这种防守的这种体系吧，可能有点死，就会被SV 吃透了你的这样的一个防守的站位。就是两次的 H 成功，包括刚才加上这一分，三次 H 的进攻都是非常成功的。这个 H 不管是你有三个人防守还是两个防守，感觉都是有些需要有些改变一些站位吧，就是刚才还有一个三个人的那样的一个站位。而且 KZ 这边给大家的一个表现就是他们可能需要就是说研究的东西是比较多，就包括就是说我们刚刚印象非常深刻的一波 SV 其实就是在下边，就 A 包点的时候在下边架枪，而这个KZ 这边可能有些人就是不太着急，然后有些人就很着急，没有配合这个道具。是，就是一个是控点这种架枪的问题，就是纪律性的问题，对吧？比如说有人这个时候真的是在关键局的时候，如果有人说话，对吧？咱们控住，那我觉得就不太会有人直接往下跳了。或者说咱们说好一起往下飞，咱们就一起飞。对，把这种枪线全部拉开，我觉得在下面的人，哪怕你，能镇守二楼，但你也不能可能扛得住这么多人往下飞。再来就是刚才我们说到，就是三人的这种重防 A 区的这种防守的这种体系吧，可能刚好是吃到了对方在第一时间没有去丢这种顺毛白，反而直接进了。那其实罗浩的压力会比较大，正面进来两个人，你除非瞬间全秒掉。两个人才能把小刀给扑掉，如果说没秒掉，那别人一进来左手边全是侧身。对，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就是三个人在一楼的研究的一些位置也是不是非常有优势的，所以说可能回去要对这张地图其他的位置或者说配合方面细节方面可能要去多去讲一讲了。确实最近就是 KZ 的一个表现并不是太尽人意吧，可能跟我们大家的预期可能要差一点。是，就在之前我们提到嘛，就是之前预期就是觉得 KZ 整体状态还不错，然后可能有可能在这个 A 组的排名会比较高。那这么看过来，我觉得EDG 在对上 LGD 的时候，他们之前的这个对阵应该是落败给了 LGD。 对，那如果说在这场比赛能赢的话，
那 KZ 感觉就是自己孤零零的一个人一分在下面了，就比较危险了。所以说接下来这场比赛可能 EDG 就是更需要他拼尽全力去打这场比赛，就真的是属于卯足了劲来打。打下来以后，那我觉得整个 A 组的压力就全部给到 KZ 了，就大家都是可能两分三分的这样的状态，然后或者说两三分的状态，就是会比给到他们的感觉就是他需要尽可能拿到后面比赛胜利，先打 SV，后面还有几个我觉得是状态比较不错的这个对手等待他们。嗯，也可以看到就是KZ 下面可能还有 LGD 啊、晴酒啊，包括EDG 接下来这个比赛，虽然说比 SV 可能是要轻松一点，但是对于他们目前状态来说可能也不是很好打。来看一下本场的 MVP 是给到了马哲18-9的一个击杀，昨天好像也是他是 MVP。 对，昨天也是残局拿的比较多嘛，对，就几次这种在这个我就比较清楚，就中路加钱起这个步枪，嗯，拿这个残局还是比较多的，那也是帮到了队伍。那在今天其实在上半场我觉得最关键的那个残局还是就是那个后路的这个残局，嗯，就在三楼先狙了一个，然后后路是打了两个人，狙了一个，然后手枪秒了一个。对，就那个残局让他们的这个分差没有跟对方拉开了，对，反倒是接近了这个状态。是的，那接下来是我们的采访环节，让我把时间交给妮妮。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赛后采访环节，我是今晚的主持人妮妮。那我们第二场比赛呢，最终获胜的队伍是 SV 战队，那本场的 MVP 呢，就是给到了马哲，来马哲给大家打个招呼吧。大家好，我是 SV 的马哲。是不是从一楼跑到二楼还是有点喘的？还行吧。感觉你要多加锻炼一下，喘得有点厉害。那看今天跟昨天打的是同一张图嘛，我们也是都获胜了。那其实今天的比赛我有看到，我们在4-5那一分的时候，当时是你是用手枪拿下了一个残局是吗？你还记得吗？啊，好像是记得。好像是记得，但是记得不太清楚了，那就问下一分的问题啊。那换边之后的第一分，我们在作为潜伏的时候是5个是进攻了 A 大是吗？当时是怎么想的？没有，我们其实团这个战术吧，其实每个队都有。我感觉上来第一时间团，对方可能不会堵，其实还是堵了。然后那堵了也得打了，就是剑到弦上不得不发，然后就进去，然后凭借着队员临场沟通和这个个人能力，还是成功的拿下了那一分嘛。那一分也是很快拿下。其实后来我有看到你们有可能就是佯攻打 A， 但实际去打 B 啊，那对面也是知道了。那到了8-6这一分的时候，我们这边是1-多3-5，最终获胜了。记得那一分吗？记得。那个是安可最后那个手枪杀的，对吧？那个我觉得其实今天像安可在上半场就跟我说了一句话，说马队我现在守酒吧没有什么感觉，然后你去守一下，然后我去了。然后其实今天的状态和昨天状态安可都不是特别好，但是我也请，反正我们肯定作为队友啊是无条件的信任他，也请大家给他一些时间，可能也是刚回来我们在一起他还不适应自己这个位置，然后希望大家能多给他时间。那把3-5也是八哥和安可的2-5就是挺优秀的，就不能说保证每一场比赛5个队员都有所发挥嘛。其实安可在上半场可能发挥的不是特别好，但是在下半场他的表现还是蛮不错的。好，那我们这也是让选手早点休息好不好？感谢马队接受到我们的采访，也再次恭喜一下我们 SV 获得了比赛的胜利。那下面呢进入广告，广告之后为大家带来今天的第三场比赛。装跟全装的区别在于，全装的话一波进会比较快。全装的话，它有英雄武器嘛，然后在裸装里面的话，穿透力并不是那么的强。有些木头箱子的地方你就可以藏了，因为 AK 是没有穿透力的。我感觉就是对保卫来说是优势挺大的。裸装我觉得是比较吃枪法。他们可能是年轻人接触的时候就已经是全装的时代了，但是我们在刚起步的时候跟裸装相差不大的，要你的基本功更扎实。
我觉得经过三个杯赛以后，能锻炼我们经验很少的选手。我们跟 BL 上会有很大的差别的，因为 BL 的战术体系与配合更完善。我们对 CFS 的资格赛还是有信心的，但是还是需要提升自己。国际比赛的所有的地图啊、枪械啊、还有道具啊，我都可以提前适应嘛。中国队实力可能会比以往要进步的更快一点。感触很深吧，就这次也很想为中国队加一次油。CFL 冠军杯，我们来了。快快，直播快开始了，快开电脑。你们两个马上吃饭了。哦，来了。好的，马上。屏幕前正在收看直播的 C 粉们，大家好，这里是2020穿越火箭接力赛春季赛开幕式的直播现场。各部门就位了，摄像机回到自己位置 ，LP 降下来甩过来。30秒火箭现场。主持人上场，收到。无数的职业选手都在为一个目标而奋斗。在最终登顶的只有一队，真的上场了。号角已然打响。1号、3号、5号机器注意，焦点更好，直播开始。到底谁能率先吹响自己的号角呢？让我们拭目以待。全球电竞领跑者 VSPN。我是林虎姐，比赛精彩纷呈，微博还读热评，让我们一起来读一下今天的微博热评吧。激烈，这比赛实在是激烈，老将们的发挥果然不同寻常，一些小细节做的比 CFDL 的选手好太多了，看来今年 CFS 夺冠有望啊！不说了，我去回顾往年 CFS 夺冠的场面了。唉，忆往昔谁能敌手，看今朝，大敌当前。随着穿越火线深入到全世界，唯我们的对手也逐渐强大，同时两年冠军，这两年的沉淀呢，相信能让我们再次蜕变。期待 CFS 上中国队的发挥，加油！好的，精彩继续，锁定 CFPL 冠军杯，林虎姐就在下次热评环节等待各位 C 粉，稍后见。好的，欢迎回来。那马上为大家带来是我们今天第三场的 BOE 了。对于 LGD 和 EDG 而言呢，这场比赛也是非常的重要啊。那 LGD 如果拿到这场比赛的胜利呢，就可以来到就是说再往前排一排嘛。其实队伍还是有机会能够走在这个胜者组的一个道路上，还是要去争一下这个胜者组的一个位置的。是，就对于两个队伍来说，我们刚刚有提到，就 LGD 拿三分。那如果他拿到三分，那 EDG 跟这个 KD 压力会特别特别大。嗯，他们想要去追的话，都是上面都是这种三分起步的这种状态。那后面的几场比赛就是一定要拿到手里。那如果 EDG 拿的话，压力就全部给到刚才的 KD 了。KD 刚刚从这个落败当中能不能走出来，继续的在这个后面的争论当中去拿到比赛的这种胜利，拿到这个小分。对，其实在就是说对于 A 组这边比较好的一个看点，就是说 KZ 和 EDG 这边谁能够去摆脱第五名，就是直接进入到我们这个八强，然后还有就是说谁能够来到这个胜者组的一个对抗，然后呢就是对到 B 组这边是谁。其实 B 组虽然说是一大现在 WE 这个
基本是比较靠前的。是，但是可能这个后续的一个比赛的一个进展啊，还是一个谜团。就看他们的这个后力足不足嘛，嗯、对吧？然后另外一边就是 A 组，就是二三四名，咱们是说不准的。现在是的，我们看一下今天的一个阵容。那来看一下，首先是 LGD 的一个阵容：严开、猛子、大米、硬汉、小七七，还有 Nice。来看一下他们的对手，这边对手是哈迪斯、杜超、杰瑞、嗨嗨、天荒跟他们的教练 RXY。今天这场比赛对于 EDG 来说尤其的重要啊，而且其实大米在就是一个人带领着四名年轻人的一个情况下，能打到现在真的是比较不错的了。是，就现在需要他们提高的东西很多吧，可能在之前我们的印象当中，在 PL 拿到冠军以后，嗯，就他们这个阵容来到 PL 以后，就第一场比赛，然后慢慢慢的下来，你会发现也经历过一些失败，那能不能在今天比赛可以稳住局面吧，就让队里面的一些比如说硬汉这种突破位置，再来就是小七这种狙有更好的发挥的空间。对，其实现在大米就是带着整个队伍在一点一点的去往好的方向发展。是，而且在抑郁将军方面我们是没有看过他们的一个较量的，对，昨天的比赛是他们是没有出现的。嗯，那这样的话今天的比赛就更加的期待了。反倒是 EDG 在这个昨天的比分上是落败给了 SV 比较大的一个分差。对，看一下 EDG 这边再次对战这个抑郁的时候，昨天回去有没有去多讲一些东西啊。是，总之接下来就是我们第二轮循环赛剩下的比赛，在 A 组可能要进行的异常激烈一点。是，你对 A 组来说就是尽量的保持在前四是很关键的。嗯、对。那在 B 组来说，现在，可能从明面看过来就是我们在看谁来怎么样的一个排名吧。对，就是如果说后续第二轮圈在 AG 和白沙发挥都比较好的情况下，其实对于 B 组的积分而言，可能真的都是蛮高的。对，我们看一下这边是选手的状态 ，EDG 这边。嗯。你还是要看杜超吧。就可能说每个队伍都有一个关键的先生嘛，一个杜超，一个是天皇狙的一个发挥。对，因为对方确实有两把狙，有的时候会让这个 EDG 的狙很难受。嗯，可能我打了一个狙以后，第二把狙有可能出现在同样位置，或者说在另外一边抽着自己的这个队友。对，还有今天的节奏可能也是非常关键的。其实可以看到，就是来到我们这个裸装的比赛，基本上都可能就是慢打，其实有，但是很少，基本上都会把这个节奏调得比较快一点。是，就好像印象中比较深的慢打的里面，一撒会有一些慢打，嗯，对吧？我们一样就是港口一样地图，最后十几秒钟的这种进攻方式，对，还是比较少的。正常情况下，大家可能在一分钟以前，一分三十秒左右就已经开始有一个进攻的部署，然后就打一波了。是，那对于 EDG 而言呢，小五这个位置也是比较重要的了。看牌面上，其实 EDG 这边老人还是要比 LGD 这边多的。那肯定，因为 LGD 之前参加这个PL 的比赛之后 ，PL 是完全阵容上没有变化的，嗯，就说明他们只有一个，就是大米是超过24岁的，剩下都是24岁以下小将。是的，那么选手已经准备好了，让马上进入他们这场比赛的对决。也是来到了我们第二轮循环赛的第三场的比赛 ，LGD 对战于 EDG， 看一下算时间，作为保卫者的是 EDG， 潜伏者的是 LGD。两清俩，这边前期 B 点也是比较主动啊，两个人的一个配合已经顶到了 B 门的一个左手。哎呀，第一时间其实小鸡鸡已经来到了 B 的位置了，带着队友已经过来了。要直接爆吗？不能吧，要稍微控那么一排，我们看一下这个一号位，应该还是要看情况。是，就有些可能说还没有启动的时候被发现了，他可能就要转转点了。是，这边感觉潜伏者的三号位很危险。还在架，应该是在架这个保卫者的反清时间点吧？大家都在控，四个 A， 都八个人在这个 B 区。A 区都是单点，是，但是这边应该是感觉 B 点好像是没有压到人吧，没有控到人。我们看一下，人是已经回来了，是要也回来了，转这个 A 区要清九八，如果来清九八的话就要遭中了呀。最后的一个一分钟啊，三号位的严开单点还在 B 点这边去拖，
这边正面的话，但是超子能不能扛得住？对，而且 B 姐是没有管你延开啊，直接已经回了，转了，是已经回了。戴西斯的又回来了，又走了。超子刚说完，看超子，这边第一时间是打到第一个。这两边的交火之后，而且自己出去了，胆子这么大，锁定对方打 B 了。看一下奥曹这边，感觉有点危险呢。包点这边的要不要去帮一下？这颗手雷你也丢得太准了吧？刚好一个折雷丢在这个位置。对，哈迪斯正面能不能扛得住？延开打掉一个，大米也补掉，超子打掉两个了单局。但是只打掉两个以后，发现对面还剩下三个人。这边奥曹是再被打掉，二打二，有机会。而且这边一直在吸引包点的人呢、啊，哇，这边天皇手枪是直接打掉。我觉得这一分都不能说是天皇，完全是超子一个人把队伍带起来了。就是，而且注意力全部在超子这一个点上，两名潜伏者。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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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这边开局是好的。是。那个本来还是我们有看到，应该是 LGD 是一个优势，嗯，但慢慢的被超子一个人是打开了这种局面。那还是一些细节吧，二打二可能就是把注意力全部放在超子这一个人身上了。这边中路抢点也非常快，小西西和自己的队友过来还是清一下这个 B 方向，同样的战术吧，再来一次。对，这你敢去 A 连吗？不是，这个烟雾也没有，然后那他就去了、啊、对，然后这个 WC 位置也有人，就你把我加一大，我直接去 A 连就走了。对，还真去了，而且没怎么掉血。看一下一号位嗨嗨，其实现在不着急，因为 C 仔加钱。嗯，哎，前期的动作和上一局是一模一样啊。是。三个潜伏者还是在第一区架反清的一个位置。大米真的是没想到，对方是架了他有40秒的时间，一直都没走。我就在想到，知道你 WC 这边有人，而且你也没人来帮。嗯。上！海岩这边哈哈直接是被排掉了，看一下这一波能不能，就是直接上成功的去占领啊。三个板，再去上海要上。大田这边应该还是要把这个道具封一封吧，要往前摸。第四离得有点远啊，他那个烟雾封了以后啊，我感觉就是要打一个混战。嗯，哎呀，这个枪法有点瑕疵，成也是你败也是你，对，没稳住。包就不用着急啊，先去原地都在控。是。小心慢人多。小包的底线。二号位还在小心 A 去下包。回来了。但是这个潜伏到二号位哦。猛子到了。看一下保卫者能不能想到。正面有烟，很难受。这边开枪了。开枪了，应该是被发现了呀。就没了呀。直接强拆了，就这个猛子感觉，我真的觉得猛子去了 LGD 以后啊，就是反而是跟 SV 状态不一样了。嗯，就他不像硬汉，我觉得硬汉是来到了 LG 反而变得更打得更舒服更自在了，但猛子感觉就有点好像是很压抑，对，发挥不出来。是是是，2-0的一个开局，就是队伍对他的一个打法，可能位置上有是一定的束缚或者一定要求，跟以前可能不太一样。是五个人的这个 A 大，这个很像这个刚才 SV 的这个开局。嗯，那我们来看一下 A 点的一个防守。直接这个开局。嗯，那我们来看一下 A 点的一个防守。直接团，这跟这个 SV 很像。哈迪斯和杜超，这一波道具的一个配合，看一下一楼的杜超这边直接选择走了小道啊。哈迪斯能不能怼得住？哦呦，这边回头是打掉了小鸡上来的。他真的是边走边杀呀！又在加速长街。那其实他拖的已经足够好了。小鸡鸡补了一个以后，我们看一下正面，延开。剩下一个残血的。直接被穿掉了，3-0的开局。这边会不会有队内的交流？还是没有叫。我在看 EDG 拿了3-0的一个比分之后，我在想 KZ 现在的一个心情，就是很难受嘛。对，就如果说 EDG 真的拿到分数了，就自己一个一分，感觉就是很难嘛，很无奈。
那我来看一下，现在目前是已经连拿了三分了。EDG 这边还是一个比较常规的防守，对于 LGD 来而言，其实他们特别喜欢第一时间就把 B 先站住。是。刚才这波团 A 还是哈迪斯扛住了吧？嗯，我感觉 是他这个打第二个好准啊。第二个是旋转踢是不是水了？因为他其实已经在这种正面上没有秒掉的。对对对，第一时间感觉是已经打了哈迪斯侧身，但没打掉。嗯。就两局下来也是有一些自己枪法上一些失误的，包括刚才的猛子的一个绕后。对。就是大米给他的，就是这种状态，就是正面可能人多，那偷的时候这颗烟雾弹估计还是自己人丢的。嗯。也是听到了，应该是 EDG 这边 Jerry 的吧，Jerry 的这种分析瞎判断。他在 A 点，对，他这个瞎判断真的是没想到的，但没想到他这种瞎判断是一个第二时间来了，他没有前期来预言家，实锤预言家了，对，真的是，这真的是别人要是来趴了，这个酒吧了似的。我们来看一下这波，这个一号位很关键，大米是的，能不能拖住回防啊，截住回防的一个路线。那这样的话可能包点这边是怎么样去选择，要可一头轻啊，要不然就马上就包夹了。大米这边还拖着，是的，大米这个一号位起到了关键的作用，正面团的同时他在中路就偷到了人啊，手枪又打掉一个，就一发了咱也不换嘛。把凹槽那个甩掉了，哦，是他要稍微再控一拍，把斜坡的打了，那锁定小七的位置了。对，这边打的还是比较惊险的 ，LG 拿回了第一分。小心拉压，小心拉压，又爆 A 吗？哎，这刚好这区 A 区就一个。嗯，看一下他这个爆 A 的时间点，是还是超子？杜超是一个固定防守 A 的。我有中路人很高，而且 A 点这边是走了俩，这没有是哈迪斯，是给他视角原因吗？就感觉一发，应该是那个人在跳，然后就想丢白了，应该是。对，那这样的话也是打乱了 LGD 的一个进攻。来了，你第二天再漏就。但是哈迪斯这边是补掉了呀，剩下一个严凯也是被确定的位置。4-1。这个刚好是站上有一个碰撞吧，这边要爆 A， 然后这边是想着中路拉一下，拉完又发现中路完全没有人的情况下补到 A 连，正好他们早期爆这个 A 区。嗯，又来还来吗？刚才其实我还没打，不代表我成功不了，但是这边 EDG 又是选择 A 大的一个前景啊，直接把大米给炸掉了，手雷带走一个，看一下哈迪斯后续的一个发挥，直接是被打掉，还在换，剩下嗨嗨，哎呦，一打一，猛子跟嗨嗨，这种残局感觉 EDG 如果拿到手里5-1的一个优势了。今天这场比赛像昨天白沙打 WE， 是，就是各种对枪，就纯对枪。正面来了，哎，刚你们说来个远距离，咱们对一下，结果凑过去了。1.5分的时间，时间还是比较多的。嗯，那嗨嗨这个是非常求稳的，直接在这个保卫者家控着了，各自都在家里边，对，靠住。你不找我也不找。对，时间还是非常充裕的。因为如果说是经验老道的一些玩家，好像我们印象当中啊，好像不太会在这个点控。嗯，就我都会大概有自己的思路，就是该怎么去找人来打。先等个大概30秒，估计都不太会动。像嗨这个位置就不会走了，还是要等待一下。对，这边是走哪一个方向去往 B 点摸？这个4-1的这种比分，这分结束以后，不管是5-1呢，还是4-2 ，EDG 都会选择一个队内一个交流。我们来听一下，到底是教练要跟队员要说什么？哎，对枪了。我觉得对枪是猛子比较亏啊，这个位置。
二十秒还要摁对吗？其实对于猛子来说，他是比较被动的。太被动，十秒钟，那你这个只能把嗨给怼死呀。你不怼死的话，也是锁定你去哪里了。是。这个，那就是锁定包点了，就不让他走。直接猛子这边是站了出来，那帮助这一分以后，我们来听一下 EDG 的一个队内交流。这把小心你们提示我。行，我这把就取桥了。上来先开始狙掉了，这边继续应该是酒吧桥的小五。直接堵壁。堵壁来。扎钱我先带着啊。别急别急，打慢点，这把打慢点，然后等下一把的时候咱们把 B1 如果七七能得了的话，在打 B 的时候把别太单调，把别的地方也趴好，就是两个都是同时交流的。我去控 A 了，我拿去控 A 同时的一个交流，我们听一下。我怕酒吧怕酒吧怕酒吧，七七跟他们，七七别中路不忙的，下分如果 B1 再得了可以中路跟 B1 一起，七七在中路蹲起，在中路蹲起，选中路排出来。但是比较巧啊，两个队伍的叫酒吧，如果要排的话，我们看一下嗨嗨。考研枪法到了，我感觉是五个人酒吧呀。对。七七在桥头架回防呢。但是我们看到哈迪斯是不是在桥头可以帮一下这个一号位？他还发现了，还叫到自己的队友过来去帮他。但是这样的话，其实潜伏者人有点多啊，有点不太吃香啊，这样硬拉。还是让哈迪斯走了，但是。锁定地方打地方，三号位这边延开自由位置来了，强打了呀、啊！那边正面只剩下延开一个人，正面全掉了呀，没时间了，直接跑就可以，这个就是让哈迪斯自己玩。天王直接跑，这分拿的严开已经到了，但是正面没扛得住。对，就严开已经是到这个位置，我觉得正面可以帮忙突了，结果没想到一瞬间正面全走了，这分是五打四的一个优势啊。因为可能是EDG 是把注意力全部放在就是正面的方向，一个都没有断后。我想应该可能是五打三。对，第一时间把这个嗨嗨应该给打掉了，还是谁？第一时间是小五吧，这个是酒吧的。对。这个是酒吧的，对。七七去架多少？看能不能架一个。看一下这个，看一下这个五比二的一个比分。我还 A 老一直在瞅你们 ，A 老太侦查了，没事正门。你们补烟了吗？没补。这样的话，想要对 A 点有点想法。但是二号位刚好走了。可以摸他。爆 A 了，正面这个烟感觉就是烟不断，应该是第三颗烟了。嗯，哎，这边 A 大已经五个人进行集结，但是第三个烟封上以后，其实你要走这个小道啊，你小七可能要被打脚。这边没有见到人，就直接选择静音往出摸。他这个烟雾封的，就是让你正面不好打二楼看的这个人。对，那这样的话来看一下，这边是打断了潜伏者的一个进攻。这波时间也是拖住了。是四号位也来了，人很多，转点感觉是不好转了。有白了，我感觉要摁上了，还求白，求白往下一站。哎，延开补掉一个，小
七七锁定的位置。就在这个位置。你感觉有点难上了。就在下面。两边应该是已经都架住了。直接补掉，那分差是在上半场一直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分差。我印象就好像第一场比赛，就是我们的开幕式的当天的比赛，也是 EDG 是一个优势的上半场，然后慢慢的是被让别人追翻盘了，是吗？先看一下这个上半场的比分，这一幕感觉似曾相识啊，就看一下是不是六比三，能不能报仇，就是如果说是六比三，好像还是跟开幕式相同，对，就看下半场。哎呦，这个是站到这种制高点，制高点。反了这个白以后，感觉潜伏者打不了，因为潜伏者其实自己能看下来，好像第一时间都是被打的。嗯，那来看一下这边就是选择了一个中路啊，中路也是没有能够成功上的。掉了两个，因为刚才我们有提到就是，Rush A 也是先掉两人，就几次下来都是潜伏者先掉人。小鸡鸡跟猛子两个人这个时候。两个人选择了一个抱团，哎呦，刚好看到超子的位置，应该把超子先打了。超子怎么会有这种操作？哎，他这个手枪有点远。两个人一行，要不要换步枪？我拿手枪来，直接扑。那正面来了，哎，刚好猛子想拉。直接被补掉七比二的比分，那这个跟第一天就不一样了。第一天六比三嘛，六比三是 EDG 优势，是的。那自己有了一个被翻盘的一个历史，那这样的话，今天是不是翻盘的一个历史？那这样的话，今天是不是会把握住这一次七比二、六比二的一个机会？对，现在感觉手感上都还不错。对，反倒是 LGD 这边的话，我印象当中好像全员都好像没有。特别多发挥吧，对，就没有说太亮眼，也没有说就是一个人的原因。尤其是小七这个点好像没有怎么第一时间的帮到队伍，对，反倒是队伍第一时间总是有人在 A 区啊、 B 一啊或者酒吧这种位置第一时间自己先掉了。所以说有的时候第一轮的一个比赛啊，可能就大概就是起始的一个精神面貌，还是要往后再去多看一看。四个人来一大这个位置 ，H 只有一个，眼开拿的是狙。我想到之前是看到了 SV 打对面，就是我看到狙我就直接打。对。但这边是 EDG 我看到狙，我还是要控一下。对对对，两边可能也是怎么样，想法上不一样吧。他们觉得看到狙了，可能也有人帮他。因为 SV 这边干什么就是东西都比较果断。是。小五这个小五怎么不是他是预言家，可能一会儿就来了，一会儿 H 就肯定人多了。这个我们帮小五圆一下好不好，看这一次能不能圆的成功。刚才真的是一个预言家的一个判断。然后小五他又是另外一个点的，然后他就报那个好像离得很近的。 B 区的，他就是给大家一个判断。上次也是，他是 A 区的，应该是给他报了个 B 区的。是马上就看到了，直接走了。杰瑞很聪明，我直接走了，我哪怕打到你很残血的一个状态，我直接走了。嗯，看到你了，那这样的话，其实小刀经典和正门已经集结了。看一下，眼开这边在 A 点啊，拿了一把狙击，能不能换掉几个？就换一个。对，二层这样的一个狙击确实没有。杰瑞这种单点也是被扑掉，三打四的一个残局。A 大这边走了三个人啊，两停一个，两停一个，听不到了，停后路吧，我有白。后路还剩四十血，能不能把后路给清掉？听不到了，听不到了，过兵的后方逼过，看一下这波回防了，全部都走背身啊，一层的还是怼出了两个。这个没想到，不走背身啊！一层的还是怼出了两个。
这个没想到小西，这个没想到小西其实没有走这个。就是没人敢动，小西西自己有一个想法，就是我来帮这个正面。然后刚好就是，对，在狙的印象当中，他只知道有一个人走了小道，所以他想架这个人，但是正面已经是小西西绕了过来，打了一个侧身。七比三，这边第一时间要不要直接桥的位置？小西西一个小跳是直接先狙掉了朱超。是杰瑞是被打了一个半血。那这样的话，第一次照面有点损失惨重啊，应该不会再继续往前去摸了。看天荒在这个点，看一下这个保卫者来回转点的人。哎呦，这个回枪！差一点啊！是哈里斯补掉以后，现在是一个三打四。潜伏者全员在这个 B 区，保卫者也基本上来了。这时间还很多，潜伏者这边还是可以做一些其他的动作的。有一个跳看，马军，别漏过来。对啊，跳看看。这里凹槽，这里凹槽，这里。房子是吧？进点凹槽。这边也是听到 EDG 要下一分，选择叫一波交流了。喂，四个人全走了，来赌这个 A 了吗？这个突然的回 A 是没看懂。对，就是不知道场上就是探到了什么，就直接去选择了一个赌 A 点了。那看一下大明这边警方里自己玩。加力一个，加力他加。加下去，没法，雷了，雷了。没人，这一波小五的预言家好像是预言的有点早，提前了，最后是选择了一个 A 点的一个赌房。是，我们来看一下这样的话，三个人的回防路线，就看第一个人能不能扛得住。这个应该是严凯走个单点，两个人走 B1，B1 这个位置还是比较狭小的一个空间，如果说被看到了，其实会容易吃道具。那来看一下这波，还要两面看啊。这边回了一个枪，也是再一次打掉了猛子。剩下严开一个人加外被锁定的位置，十五秒没时间了，就是又是这种情况，我一个人走，两个人跟你对。对。八比三，这边 EDG 的一个队内交流，这个劣势的残局拿到手里了，我觉得会让他们自信更上涨一些。而且 EDG 应该是有两次都是优势的情况下调整的位置。虽然说没有声音，但是我们还要等待一下，看到底要说什么。嗯，感觉好像是不太想说什么。但是就这一个时间点呢，可以看到 B 这边五个人已经抱团集结了。打不了了，打不了了。咱屁股到了，就是我们在三十秒之后唯一听到就是打不了，别的就没了。还是临场的，就是应该有的一个交流吧。哎，九八已经往前走了，这边有人到，我听见了。复合点，先复合点。这一分钟漫长的过去了，发现好像没有什么交流。对，我只是想交一个交流。好了，没事，那挤一挤吧。有雷吗？去炸他一下。怎么会站到这啊？下来了。刚准备怎么会站到这样的一个位置？他应该想跳大箱，想拉一个大身位。嗯，那来看一下这边在 B 外面。从长计议，选择去清一下这个酒吧的位置。是。八比三的一个比分，时间控到了最后的五十秒，这边。保卫者也回防了呀。回到了 B 区，刚好堵中了这个 B 区，但是 B 区我们看一下进攻的时候，突破位置很重要。小七七是只打掉了一个，看一下严开这边。这边一波刷屏 ，LGD 扳回了这一分。这一分的话，其实，
在中后期 LG 的一个判断是很准确的，对方要打这个 B 区，大米是把人都全部叫到了 B 区来。嗯，哎呦，这边想要去抢一个下人是直接被穿了很多枪，真的有点倒霉，真的。打了个大闪，还把这个小鸡带了一枪。要爆一点了吗？看一下一号位的大米要不要胆子大一些，因为血量确实不多了。又堵防堵到了。哎，位置已经站好了，看一下这边道具的一个投掷。哎，这个就是。哎，位置已经站好了，看一下这边道具的一个投掷。哎，这个就是我们刚才说的那个。位置已经站好了，看一下这边道具的一个投掷。哎，这个就是我们刚才说的那个。投掷。哎，这个就是我们刚才说。这种防守啊，就是 KZ 好像是小刀手不动的，对，全部都是不动的，就缩在后点的，所以导致了小刀到了前点，然后正面也到了，所以一波被刷了。对，这边是硬汉自己在看小，就是他这个会比较偏主动一些，就总有一个点是要主动看一下的。对，我就是硬汉那点，我哪怕掉了，别人要打的话，那我正面的右手边也有人。对，8-5的比分。都有烟吗？有烟，我在 B 号贴着的，注意他拉出来吧。我们看，我们这里可以来闪身，来窗口来闪，找他 B 或者中路。这边又是选择了堵防这个 B 点啊。看一下这一局能不能堵得中，已经连堵对两次了，完全猜透了这个 EDG 的潜伏心理。嗯，而且 EDG 现在的这个造型还是比较偏这个 B 点的。哦，这个位置是应该看桥头了。等他们一下，你俩到了吗？到了，刚到一点。我一会儿打了三个半，你往你脚先拉进去。小五这边也是把C4已经捡起来了。是，要打三楼白。什么还在？什么还在？在楼停好俩，再狙。98好像是。什么情况？全行散了。98-77，98强。这边是三个点一起动啊。是家里的猛子是被打掉了，三楼还在硬汉。硬汉这个点还在找人，被斜坡的嗨嗨给打掉了呀。那就太伤了，本来他想去偷这个加电，完全没有人在这个位置。对，最后的一个岩卡也被锁定了位置。我有空中滑下来是打掉，我们看一下，1-2的残局血量不多 ，C 四应该可以成功安放。哎呦，这个速度非常迅速，我们看一下一号位了，又是嗨嗨，哎呦，没有看到人。真的稳，他就要先把第一个人给去掉，然后再开始动。海海的位置，直接去掉1-1。我有这边是想跑都跑不掉啊！1-3的残局被延开完成以后，一滴感觉连续被扳掉三分。对，8-6的比分。确实挺帅，第一个就是他是空中滑来把人给狙了。又想到 EDG 第一场比赛就是别说，说有点害怕现在。来远点狙吧，是不是远点狙？胖子，哎，咱俩双架 B 一去吧，走。这局还是选择堵你 B 点啊！今天这张地图真的好多队伍都喜到，就喜欢堵点。这个 A 区就给严开一个人，严开总能换到人吧？看一下，如果说真的要再来爆的话，严开能不能再抽一个？看一下第一枪了，他来自己补这个烟。哎呀，这次没机会了，那整个 A 区可以清空。看天荒。一号位大米还是要注意 WC 这个位置，我感觉。哎呦 ，WC 走这么多。他的心里面完全没有 WC 位走一个 ，A 大地位还走一个呢。对，那这样的话，现在是形成了一个3-3的一个局面。这门右手都没漏，那这样的话，猛子的点完全不会忌惮右手，又是被偷了一个侧身。
剩下最后一名小七七。9-6 ，BGG 是来到了赛点。看一下。A 大要压一手。是四个人来一局了，又是一个。就今天看过来，刚才说了嘛，就是几局下来，大家的这个保卫者打得很激进。是，大家这边马上就要遭遇了，这是拿 M 四给吸掉的。路上给了这个烟开，这个硬汉两发，还在换3-3，有残血，还在 A 大这边一个交火。3-1，我们恭喜一下 EDG。再次的恭喜一下 EDG 是拿到了本场比赛的胜利啊！其实打到今天第三场的一个抑郁，可以看到落败的一方应该全部都是一个整体上的一个问题，很明显是就整个圈的这种爆发力，包括这个完全没有一个平稳的发挥吧。可能我们看到 LGD 就是严开的这种单点是真的在残局上帮助到了队伍，那剩下的我们看到有猛子的这种绕后呀，也有正面可能硬汉也有一局是有一个个人的发挥，剩下的好像就是没有发挥的这种状态，尤其是小七这个点，我觉得狙击手没在这张图有一个发力，会让自己这边打得非常的被动吧。虽然说有的时候前期队伍不管是步枪也好，还是自己的队内的一些突破也好，第一时间创造了优势，但没把这样的优势给扩大到结束，反倒是在这个上半场会让EDG 这边有一个很大的优势。对，就是对于 LGD 而言，可能以往就是 LGD 他的一个比赛可能都是会就是有几名选手在个人状态在线的一个情况。是，那今天可能是就是说以前我们觉得就是说每一局可能会爆破的爆发的一个选手，那今天可能就是并没有站出来，再加上就是现在就是对方这边EDG 在上半场是一个7-2的一个比分嘛，挖的坑也比较大，可以看到攻守换之后 LGD 打的还是比较艰难的。是，还要提一下，就是现在经历了六个队伍的这个抑郁，感觉大家很少有常规防守的，都是以堵防为主，不管是 A 区还是 B 区都是有自己的一些小的体系跟套路在里面的。对，那不过来其实看到今天的三场比赛等于是白沙跟这边的 EDG 有一个复仇，对吧，复仇成功了，然后这边的话 KD 确实还是两战两败于了这个 SVSV 的状态是特别的好。那来到一会接下来会来到最后场比赛，应该是 ISTA 跟 XLOK 的这个比赛。 XLOK 现在目前在第一轮的比赛里面没有拿到分数，状态可以说真的是非常不好吧。对，但是对于伊斯达来说，就是说现在目前自己的状态还有对手的一个状态，那伊斯达如果再拿下接下来的一个胜局的话，他现在可以就是成为一个 B 组的一个第一的一个位置。是，就是我们想一下，就是感觉伊斯达去对上他们的对手之后，对手很强，但我虽然说很强，但我感觉伊斯达就特别团结，就真的是每个人就是会有大家有个人发挥不好的时候，但是当有个人发挥不好的时候，小齐能站出来，对其他选手会站出来，西莫能站出来，然后大家就是特别对内气氛也特别的好吧。我们通过这个可能 Team Radio 包括在这种进攻或者说在他们一些逆风局的时候，就是对内的这种交流还是比较多的。那又回到我们 A 组现在几个队伍的一个现状，就是 KZ 现在就是非常危险，那接下来剩下的队伍他应该剩下一个 LGD 秦九和 EDG 都没打，只打了一个 SV 嘛。那接下来的三支队伍他每一场比赛都要拿到胜利，最关键的还是那个 LGD 这场比赛吧。对，LG 跟他这场比赛是对两支队伍来都很关键的。如果说可能 LG 能赢的话，感觉 KD 的机会就感觉就基本上不大了，很小了。因为可以看到现在 EGD 其实的一个状态磨合程度已经慢慢变好，包括这个晴酒，那对于 KD 来说接下来真的是蛮难打的。是，然后我们看到其实今天 EGD 打完场比赛以后，整个队内的话我觉得状态还是不错的，从这个狙击手天荒还是说到他们的这个突破手这种超子这种个人发挥也很好，对吧？我们看到其实在上半场
在自己担任这种前锋保卫的时候，都会有一些自己的判断吧，尤其在 A 区这个点，自己玩得很开。对，虽然说不是黑色城镇那张地图，但是都超在这个抑郁上的一个发挥也是比较冲的，也是需要做一些大胆的动作。但是没有办法，他是就是可能个人的一个风格，或者是队伍需要他去这样做。是我们看到 MVP 这边是哈迪斯，哈迪斯确实在上半场的一个发挥是非常的出色，整体可能他给大家的存在感并不是非常的强，但是可以看到他的枪法真的是非常的准。就印象当中可能就是他的 A 包点刚才有一些连杀，但是没有想到他是最后是 MVP 嘛？对，1.8的一个加标，而且他的这种爆头率特别高，78%将近。嗯，就这个数据看过来，确实是在这场比赛里面就完全是帮助到了队伍去拿到比赛的一个胜利。对，也是可以看到现在年轻的选手应该是正在慢慢适应这样的一个舞台。刚开始来到我们这个舞台的时候，对战就是因为一个对手的原因，可能还会稍微去紧张一点，但是现在看来可能好像是并不能影响他们太多的一个东西了。就第一轮还是我们觉得是一个试探嘛，第一轮打完以后大家在慢慢的磨合呀，慢慢的考虑可能目前静态的一个状态，但来到了第二轮，我觉得就是你该磨合的该走的借口都应该找完了吧。一个人磨合，一个是这个慢热，然后再来到比赛的个人状态，我觉得这个东西你能找借口已经都找了，你如果再发挥不好，那就是你自己现在整个团队的问题了。对，就像我们可能是前两场比赛也是有出现过这样的一个问题嘛。那接下来呢是就是伊斯达和 XROG， 对于 XROG 来说真的是感觉挺难的，还是要看他们最近的一个调整吧。虽然说机会就是说不是非常的大，但是有一点机会 XROG 也是要把握住的。对，尽量的可能是打出自己的一些风格吧，就把可能心上的东西能打出来就可以了，就没必要可能说是自己一定要去有一个目标拿下这个目标才可以，就打好自己的就可以。是的，那接下来是我们的采访环节，让我们把时间交给妮妮。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赛后采访环节，我是今晚的主持人妮妮。那我们今天的第三场的标一比赛获得胜利的队伍呢，就是 EDG。那本场 MVP 呢是给到了我身边的哈迪斯，来，哈迪斯给所有的新手们打个招呼吧。大家好，我是 EDG 的哈迪斯。那我是第一次采访到你，是不是？那第一次拿到这样一个 MVP， 什么样的心情？挺开心的嘛。这挺开心了，对你来说有意味着什么吗？认可吧。就对自己实力的一种认可。那来到今天的比赛，今天我们在上半场的时候是率先先当为保卫的，那保卫的时候已经是7-2的比分，算是拿到了一个很大的优势，可以分析一下我们这边的防守思路吗？防守的思路就是跟他们对枪，就是跟他们对枪，你就觉得全是靠枪刚是不是？然后就是堵防嘛，主要是靠堵防。那我看到在下半场换边之后，在8-5的时候，当时我们有一个2-1输了，好像当时是只剩下了严开，严开当时也不是满血的一个状态，好像是半血左右，但是我们没能拿下那一分，可以分析一下原因吗？有点怂了吧，当时因为爆严开是一血，然后就想着稳一点，就当1-1打嘛，然后就是没想到让他给收回了，是稍微有一些疏忽轻视了，结果是让严开两个都狙掉了。好，那这边呢也是感谢一下我们哈迪斯接受到采访，也再次是恭喜一下 EDG 获得了比赛的胜利。那下面进入到广告，广告之后为大家带来今天的最后一场比赛。裸装跟全装的区别在于，全装的话一波进会比较快，全装的话它有英雄武器嘛，然后在裸装里面的话穿透力并不是那么的强，有些木头箱子的地方你就可以藏了，因为 AK 是没有穿透力的，我感觉就是对保卫来说是优势挺大的。裸装我觉得是比较吃枪法，他们可能是年轻人接触的时候就已经是全装的时代了，但是我们在刚起步的时候跟裸装相差不大的，要你的基本功更扎实。
我觉得经过三个杯赛以后，能锻炼我们经验很少的选手。我们跟 DL 上会有很大的差别的，因为 PL 的战术体系与配合更完善。我们对 CFS 的资格赛还是有信心的，但是还是需要提升自己。国际比赛的所有的地图啊、枪械啊、还有道具啊，我都可以提前适应嘛。中国队实力可能会比以往要进入状态更快一点。感触很深吧，就这次也很想为中国队加一次油。CFPL 冠军杯，我们来了。Heroes live forever, we never die. Heroes live forever, forever. Heroes live forever.We never die. We fight till the end, giving every last breath. War torn like a soldier with the weight on our chest. We won't sit back and watch this fire never stops. When the sky's falling down, down.我是林胡姐，比赛精彩纷呈，微博还读热评，让我们一起来读一下今天的微博热评吧。看你们都在讨论 CFS， 可我却在想第三个杯赛的事情。青训与老将的对决一定十分精彩，特别是同俱乐部之间，到那时长江后浪推前浪，能否直接把前浪拍在沙滩上呢？好期待呀、啊林胡姐也这么想呢。 CFDL 新秀杯进入到第三个杯赛的四支队伍，能否跟主队成功会师？届时的场面是后浪拍前浪，还是前辈教学局，一定是十分的有意思。而且如果是同一俱乐部之间的对决，粉丝该如何支持呢？想想都会很有趣的。好的，精彩继续，锁定 CFPL 冠军杯，林胡姐就在下次热评环节等待各位 C 粉，稍后见。好的，欢迎回来。那马上会为大家带来就是我们今天最后一场的 BOE 了，来自于 Estar 对战于炫石。那在刚刚这个休息之前，也是聊了一下两支队伍现在目前的一个状态啊。是。首先可能这场比赛对于 Estar 来说不是非常，就是压力不是非常大，但是对于炫石来说呢，还是希望他们就是说能够认真对待接下来的每一场比赛。对，还是希望自己有一个调整吧，因为在昨天的他们的对手是 AG 嘛，然后。那比赛其实分差是比较大的，2-10的一个比分是落败给了 AG。那来到今天还是遇小人张地图，那我觉得对手不一样了，自己也会有一个晚上的一个思考的一个时间，包括可能会有一些战术上面的一些改变吧。但是你现在我觉得还是个人能力的问题吧，就个人的一些东西你打不开。就比如说碰到一些可能3-3的这种局面下，单点的一些位置往往不能帮助到队伍，反倒是对方通过一些个人能力啊，有一个两个人的刷屏，或者说。正面一波突然来以后你扛不住，这个是我觉得对于 XOK 来说压力会比较大的一个问，而且问题比较大的一个点。对，而且对于炫石来说可能
问题还是比较多的，就个人能力啊，包括他们细节上的配合，还有选手的一个经验呢，还有整体的一方面的一个情况。那来看一下这边East大的一个阵容啊，也是大家比较熟悉的五位选手加上他们的教练小超。是的，那整个队内我们还是一会可以，就是如果到比赛里面可以听到这种 Team Radio 里面的一个交流。我们看到另外一边是这边 XROCK 的一个首发，还是这五位是把尾战换成了凡凡，然后他们的教练是 YMM。凡凡应该是第三，今天是第三场的一个比赛了。第三场是，嗯，那看一下，就是已经打到第三场 ，XROCK 现在就是目前的一个阵容有没有能够帮助到他们？现在是 East 大的教练小超，那小超其实也是能在队伍当中能帮助到队伍的，对，就是能给到一些讯息，或者说，在队伍打得很着急的时候能喊住队伍。嗯，整体现在目前 East 大每一个选手的一个状态都是特别的好，而且感觉就是他们就是我们观看的能感觉到他们自己打起来都很舒服，是，就很流畅吧。对，就不管是那分拿没拿下，就是整体性会比较好，还有就是团队性。对，就是选手对于现在自己的一个自身的一个位置上啊，就是感觉就是打得比较舒服。对。刚才有听到这个 SV 这边，就是马哲说，就是安可这边，嗯，也是刚回来，就是慢慢在适应整个的一个团队的一个状态。那目前为止 ，East 大应该是还没有接触到异域这张地图，还是要看一下今天这张异域小城的一个表现。是。就是小兵也是队内的枪男级选手。感觉 ，East 大这枪男还是比较多的。那刚刚也是有看到双方一个选手的一个备战状态啊，是确实这边的一个教练吧，对，应该是这边也是有事，就是说是就没有到位，没有教练在场。那我们看一下五位选手的一个备战状态怎么样的，嗯，还是要看一下这个临场啊，是就完全靠自己了现在。对，这种临场里面没人能帮助你喊住整个队伍，或者说有一个对于对方的一个判断，嗯，更多的可能就是你们自己的临场，感觉压力是给到了这个龙龙这边。其实感觉龙龙一直压力还是蛮大的，就是队内感觉能说话的人真不多，嗯，就我们从他们在之前的比赛当中能看到，就一直可能都是龙龙在这个说话。是的，来看一下这边还是牙膏吧，牙膏是我们在之前印象比较深，就是一些花哨的一些局。对，但是能不能在前期你不要打这么花哨，我觉得前期能创造优势就不用打成那么一打三这种一打二这种局了。其实这种风格的狙击手他如果不去适当改变自己的一个风格的话，不太会适应当下的一个赛事。你要让我想到谁改变了吗？就是冷冷，嗯，冷冷刚开始我印象都比较也是比较花哨的花哨型的这种局，但是慢慢的他就改变了很多，就为了这个团队可能是会退到后点呀，或者说开枪，我该走，我不该硬去扛这个第二枪，就是，对，有点那种适者生存的意思。是你需要适应目前的这种 PL 的比赛的节奏，包括你是一个团队。那我们选手已经准备好了，然后马上进入我们最后一场 BOE 的对决。我们今天最后一场的比赛，看一下保卫者这边是 East 大，潜伏者是炫石。看一下第一时间自己感觉自己这个是谁队友帮忙补的这个烟丢呲了，我们看这边是直接可以走。那正面的话，其实 XROCK 第一时间的潜伏者也没有选择一些特殊的一些进攻方式，还是很常规。嗯。A 连清干净，然后配合中路。然后回来车库是。看一下，哎呀，还是比较小心啊，应该是凡凡吧。这门又续颗烟。但是其实，在 A 大集结的这个时间点还是比较早的。直接爆了。十一组这个位置就一枪，他是在拐角这个位置，第一先是一个感觉非秒位吧。等一下，等一下，我先走啊，凡凡我先走。
没渠道，这边有一点点烟雾啊，看一下这边是要强行抓还是说再等一下，这边顶着闪往前冲啊，哎呦，极品这边小 T 怼住了两个，队友这边地线扛住，小兵补得特别迅速，二打一，这个我们刚刚提到就是花少狙击手，这个打第一个高子哥，哎，感觉能狙一个，但是还是不太确定哦。但是小齐真的很稳啊，我在这个位置我以不变应万变，就你来回晃我也不管，我最后只要等你往上来的抽着这一枪。但这一分的话 XO 哥还是前期我觉得是第一先打掉一个很不错，但是没有想到金敏在这个位置能扛住，但我感觉第二个人都打了一个天枪把这个渲染器这个第二个给打掉了。对，但是可以看到其实 XO 哥打的还是比较的快的这个进攻。那这样的话来看一下他们的第二局啊，他们都没把酒吧 B 连清干净，就是都没管中路 A 连没人 OK 回来打爆 A 了。这样还是 A 点的一个常规的一个抢点方式，配合中路，看一下中路这三个人去怎么样选择。那个雷也丢丝了。小兵这个位置感觉不太好被狙掉。我这颗白正面给完以后，但是枪法上出现了问题。小齐在逼包点把人给抽了，而且桥头的人应该还在吧。小齐又杀了一个逼的 A 区，是一个刚才必须是一个阳光 A 区的话啊，差一点他跳上去了，跳上去不掉上去这个人有了，但是他打了一个大残。 Orange 跟凡凡两个年轻小将的残局，对方是西莫跟小齐，算是两名老将了，残局大魔王带着这个齐哥对，会不会穿这个箱子呢？目前为止好像他没有这个意思。那感觉他不穿会不会不搜啊？但是凡凡想主动了，西莫和小齐过来了，西莫这边是枪法出现问题，就是没想到的是第一时间凡凡已经到了这个位置，但凡凡这个人发挥也很出色。对，凡凡其实一直他的一个动作就是我想主动，是导致了这个小齐过来，就是没想到这怎么会有人，你而且我的队友已经在这儿断好久了，断了这么久了，这里居然有人。这边应该还是一个老的方式吧，先把这个 A 大五箱包括 A 连圈站住。但是小齐刚才其实在前锋位置还是有一个比较出色的发挥的。对，去 B 一，嗯，还是相同的一个造型。还是要中路吗？其实这个好像跟上一分没有特别大的一个区别吧，只是说，五号位是十一苏在包点位置反架。就有一点像上一场的一个比赛，就是可能马哲应该是站，是马哲吧，站在这个在包点上面，对，就开一枪先稍微吸引一下你的一个注意力。但是这个是哦，十一都在向下 B 一中路是放的，对，也没有架到人之后也是换了一个位置啊，把这个保卫者的防守位置稍微是往后拉了一下，还是中路不能放，对，现在 B 包点应该是两名狙击手的一个防守。哎呦，这个手枪硬换一个还不错，十一苏这边手枪能不能再弄一个，哎呦，真的来了一个手枪，再来一个，哎，脚下有枪，中路锁定了张这个龙龙这个位置，张小龙已经被锁定了，对，四打一，我觉得一四大是不会给你这样的一个机会的。这个十一苏包点的个人发挥打掉了几个呀，最少三个吧，应该是三个，小齐手枪打了一个，他打三个，然后正面这边四个，最后一个给他杀的。对，单局的一个四杀。就感觉好像一直都在这个十一苏在输出。就刚才说在包点能不能再换一个，就已经很优秀了。对。然后确实换了不止一个。哦呦，这个时候小齐补了一个以后，我们看小龙张龙要不要追？别上！龙龙是来追这个，就小齐还是被跑掉了。
啊，正面的话等于是平常心跟那个西莫的一个互换。那也是在原地控住了，没有继续往前追，先把这个点位先控一下。感觉这个双狙一杀打得还是很顺的，在这个域里面。对。有都能有人头上的一个收获。桥是过不来的，我直接这么直架的。高子跟他架桥。我觉得这个时候就桥都有人的话，前面这边动一动，把这个保卫者来回的调动一下，让桥头的这个牙膏有一个收获。哦，这边是空了一枪啊！是开枪很快，但是没有狙到。还在空。哎，往外摸了。可以转臂，那这时候看到必须开始加速。这第一枪啊，也是没有狙到人。是狙手，两枪都是没有打到，一个是小七，一个是十一，苏没打到以后，必须可以成功占领。是啊，极品要去完成一个一打四的一个残局还是比较困难的。那这样的话，炫石这边不给机会，应该比分会来到二比二的一个平手。也是被补掉，二比二的比分。其实炫石在作为潜伏者的时候也不是很着急，就基本上可能会靠到就是往出探点的一个保卫者，还是要正常的一个防守。对，这个正常防守感觉他们对于这个中路其实是偏后点防守的。嗯，哦哟，这边正面是给了凉亭的一些道具，平常心这边走位砍可能有些不是很小心，是被炸到了。他这个小道这种反派，这种自己一个人架着这种正面都不闪身回去的这种状态，我觉得就等你出来钢枪吗？你也不是狙，我觉得这个还是有点被动的。他可能是就是个人的一个习惯。对，但这种小的这种，如果对方一个闪身，可能就他就走了。对，还是要过来去排一下这个 B1 方向的。回来看 B1， 我们刚刚有听到就会把这个防守战线往后去拉点，然后去站成一个重防 A 点的一个位置。那就看小齐这个 B 的架枪了。嗯，看一下小齐这边要看两个点位啊， B 还有这个酒吧。我有这一枪，这个反应速度是真的很快。那这样的话确实又打不了了。选酒吧，来 B， 来 B 防小齐，又重新组织一下来打 H， 是两个人的一个正常防守。B 没见了，小七已经动了，那这个时候应该五号位可以回。我们看到五号位已经走了。三个人的一个重防 A 点啊，看一下这一波最后能不能成功。飞了一个。这样的话，十一速的补位是非常的迅速。刚刚我们听到在这个听队里面，应该是小七是迅速喊，就是必须我确实没了，可以回。然后这个时候，十一苏已经是来到了 H， 三人的一个去防守，感觉 XOG 很难去进入到 H 了。十一苏和小兵的一波配合吗？这一波感觉要 H 直接爆呀！这边是直接抢了一个点，没有狙到之后，速度的是往后撤了。刚才十一苏那个位置还是挺拼的，是很拼。应该想混这个烟还没爆的这种情况下是来抽这一枪。对。酒吧要清一下，酒吧这个位置西莫是占了一个二号位，好像他没架这个窗口，反而在楼梯这样的一个位置、手里还掐了一个手雷，他不掐白，他掐了一个手雷。我的目的不是要打掉你，是要打残你，对，炸残，就是炸残你。看到来了，看一下这边窗口，哎，没有扔出去啊。哎呦，桥没人看，看一下桥，酒吧是三个带狙，狙打一枪，看一下小兵。没，完全没人帮他带这个桥，他自己看这个酒吧感觉危险系数比较大了。对，尤其是你第一时间没发生交火，就是往后撤的时候，就是特别危险。这个让我想到了这个 AG 的比赛。嗯，杨哥为什么要凶，就是你全走正面了，刚才桥没走人，桥没有人。对，你看这个桥走人就把西莫锁在这个位置了。
小兵这边是要反摸酒吧，现在枪已经架住了呀。一枪打了一个，还打了一个半残，这个打了穿到一枪，完了。这边还要跳吗？身法上出失误了。是不是打了两？又稍微的带了点血。对，带了点血量。啊，但是没有办法呀、啊，现在这个局面对于你来说，哎，有机会。就在病房，别浪行吗？八点，两个一起，快俩一起。哎呦，这边还是牙膏最后稳住了，两边的比分再一次来到3-3，再一次追平。嗯，其实打到现在，炫石真的特别喜欢就是在原地靠。对。你不要轻易探点，或者是你探点的时候，心里一定要有他们各个位置的人。回了，直接打是要在家里靠一排。我们听到这个龙龙的一个指挥，他看到你连过了，就没想到第一线直接打。本来想是夹一下这个 A， 好像第一线就要直接爆发了。对。五个人又再次集结了。但其实伊斯大这边胆子很大啊。我有西莫这。这边有点受针对呀、啊，今天酒吧这个位置。两次这种。各个点位都开始动了。你一探点，哎，你就能看到我。从桥来走，小齐真不看桥吗？4-3的比分 ，XO 哥一个领先，我们来听一下伊斯大的一个对面交流。要不就王A，要不就爬你酒吧。你们将来可以先种一边，行不？然后跑起来玩就得了。我下去了，再把酒吧。这边教练小超也是给到了一个非常明确的一点提示啊。龙龙这边也是被酒吧两个抱团的直接打掉，但是看一下剩下四名潜伏者是速度的在往 A 大这边集结，是正面这个位置、哎这个、没狙到，那这样的话被牙膏反抽了以后，我们看到人员已经开始往 H 来调动了，但是正面第一个人是这个极品能扛得住吗？看一下极品品啊，后续帮他架长梯，然后他把自己的这个注意力全部放在旋转楼梯上就可以了，但是这边长梯被打掉了呀，一波刷屏5-3的一个比分。 XO 和这边感觉离这个他们的第一场胜利有点快啊，就是感觉哎慢慢有这种拿到胜利的这种希望在这里了。是而且炫石今天打的其实还是比较，就除了控之外，就打 A 的时候很果断，是，就像小超刚才在这个交流的时候说的那样，对方就是在控酒吧，然后控 MY 的位置。对，这个时间差啊，就是没有让两个人碰上。小兵也是打的比较主动啊。爆 B 怎么办呢？小齐很难受，两个人在前点 ，B 也没人看，中路也没人看。这个临场发问。你看酒吧要来回架了，就是还是不能。哎，中路这个时候已经看到了，应该是都看到彼此了吧？然后也没有赶上，是把桥头的保卫者已经叫回来了。正面来了，我们看一下吉敏敏跟这边十一苏两个人。十一苏啊，换成了这个步枪了已经。但是 H 也回来了一个呀，牙膏，牙膏，谁来？
哦呦，连接位置到了，全是侧身，西莫。全是侧身。看一下正面能不能扛得住啊？小七这边还有残血。一打一。就在悬梯。龙龙和小兵的一个一v一。直接秒掉，那也是上半场是一个五比四的比分，都可以接受的一个比分吧。嗯，那这个比分其实你是重防 A 区，而且你西莫丁还打了两个人，结果最后打成了一打一，我觉得还是对于伊萨来说比较恐怖的吧。而且前期西莫在酒吧其实并没有吃到什么甜头。还有一点就是在中期的时候，十一苏拿上狙也没有达到一个很好的一个收获。是这两就是两个比较明显的点，对，很明显的两个点，就是十一苏跟那个西莫了，都被西莫是被抓了两次时间差，就感觉好像是就是他们两个就是在酒吧的防守和就是十一苏拿狙的这一个选择，有的时候好像有点随意的感觉，和打打就换上这个枪，后来可能防不住了。是我们看下共主交换之后来担任潜伏者伊斯塔的一个进攻的节奏吧。如果他能先把这个分数线给追上，嗯，那我觉得两边都可以有的一打。对。来看一下这边前期啊，炫石这边作为保卫者的一个防守站位还是非常的常规。我能看先，看过五箱，你在下面看都行。你们小人第一时间过了。这场比赛好像并没有看到太多的这个重防 B 点。是。就是可能都是偏于常规的一个防守。哎，这边应该是在瞄这个过点的一个红米。是。胆子很，刚我光是没说。刚胆子很大。对，我胆子都没说出来，我说这个，别人都是拿狙瞄这个点，你拿步枪站这里。就是、还好没说出来是吧？对，因为这场情况下，因为我们在上一场这是延开嘛，对吧？嗯。拿狙架这个点过了，你也可以直接走。你拿 AK 来回瞄，别人狙来排这点就走了呀。我的狙跟机枪一样，他让他换这个步枪，没事，我的狙跟步枪跟步枪一样。真的吗？双狙步枪吗？那我真想看一下。不要打脸哦。是。他也没补烟啊。在那个箱子后头。A 点没补烟，打 A 呗。你看。A 点没补烟，来打 A。很聪明。A 点没补这个烟，是不是？人都在这个 B 区。那这样的话，啊、对感觉，已经集结了。四打五的一个回防的话，不是很好打呀。我到了，先套一个，兄弟，我就准备。一、二、三，来了。来了，看一下这边假想敌，其实并没有人。没有。对，这个时候开始分散开来了。WC 站人，五枪站人。对。那 WC 这个位置能不能把这个？家里的这个断了，那好的点位已经被占住了，就牙膏这台不能死。对，哎，这边背身是来的两个呀，先狙掉一个，看一下龙龙。啊，龙龙是被后边的狙给狙掉了。是我这边又锁了 A 连那个位 ，A 连只能走。这边应该是瞄到红明了，已经。应该还有一个。还有后路。哎呦！只要不漏就赢了，对，那就赢了，赢了，直接打，打他，对，这一分是非常稳的拿到手，那这样的话，比分五比五，两边又一次来到平局。这个就是你如果说把整个 A 区放了，然后你让伊萨站下来以后，他下了包以后分散开来，对吧？正面我也站人，五箱我也站，五箱又能补 A 大，然后这个 WC 又能补 A 连，就这个形成一个。夹防了，就是把一些回防的点给控住了。对，你给到了一次大，就是一个很好的机会，把好的位置全部占了。全占了。这一次换狙在这个位置了。B 这边两个人抱团已经摸了。哎，酒吧回来了 ，Orange。感觉马上就要撞面了，这边能不能打掉？感觉要双杀，但是小兵补过来了，小兵补过来感觉要双杀了，补的很及时。中路有人看风云连的吗？我在看，没打，我那么抖。牙膏在A 吗？第一时间在，先不知道。D
第一时间在 H 我们看到小道来摸了，没看到，再往前摸一下又被西莫打了。哎，没，他没有瞄下边，是不是看到了？快点！哇，这边凡凡没有走掉啊！平常心，一个两个，很不错的状态。第三个，剩下残血的小齐，还在加钱。这边断中路回防的人啊，这个是刚好吃了一个人以后想直接 run。这个残血不能背吧？我们给他一丝丝希望，虽然说非常非常的困难。三个人抱团，他在一层那边了，直接被补掉，6-5。还是由 XO 和一直有一个一分的一个优势的领先，然后慢慢慢慢被追上来。对。感觉打到这样的一张地图，其实两支队伍打得真的非常的纠结啊。是。哎呦，牙膏也是胆子非常的大呀。他应该是看到酒吧这个了。酒吧口一直合，离开黑门，还是打得非常的慢。哎，听我说啊。小心门左后面，小心门后。伊斯达现在又回到了他们时间管理者的身份。是。来，我直接管他。你在加钱加外待着呗，我们想摸 B 一，我们拉一组呗。慢慢来，排这个点。哎，但是龙龙是带着 Orange 来走 B 一，这个时候刚好错开了。如果真的要爆发这个酒吧，搞不好保卫者以为对方打 A 了。对。那来看一下这边人是不是要顺势而上。三点的西莫又是被打掉。逼两，可以把这个人给断了呀，我觉得看一下能不能截得住。后边的小兵补枪是补掉了，直接扑掉正面的位置。我们看一下道具保卫者没扑吗？经典两个，哎呦，很聪明十一苏。牙膏又是牙膏的残局，哦，从后面来的呀，一包，包点，那个被打的枪动了，那这样的话又平了，6-6，真的感觉一次没有拉开的比分。今天前三场打的都是比较那种快的，对，反倒是到了最后一场比赛，感觉因为这场比赛对于两边都很重要，对，对吧？伊斯塔如果说拿了以后，感觉直接小组第一了，而且小组第一打小组第二，你要知道对于伊斯塔来说，他肯定不想碰 SV 啊，对。他要尽全力的去拿哈接下来的每一场的胜利。啊，这边是直接要爆 A 点吗 ？A 点上来就是一个三个人重防。但是要走，五号位不走，而且一号位偏 H。走。凡凡这个点刚好被白了。哎，这个平常在发呆吗？是在说话在还是在干嘛？哎呦，这边一组剩下 Orange， 哎，这个我感觉可以。这个牙膏是吗？什么情况？感觉队内刚才出现问题，是在说话的还是怎么样？就动都没动。那个造型也没有藏在箱子后，应该是在交流。但你再交流，你听到白洞，你也应该钻到箱子后吧，对不对？对。可能是场上比赛有点紧吧。是。过于紧张。直接补掉，这是伊斯塔。为数不多的这个领先，对，因为前面几分都是他们的领先，后面慢慢慢慢的 XOX 就是拿到这种优势了。这边前期应该是该封上烟雾弹的这个地方啊，先全部封上烟雾弹。看一下，这个时候再次把节奏是放慢了。欧伦姐，这把没封烟，酒吧没给第二个烟这把。看这种细节，但牙膏来抽十一苏了。酒吧去。哎呦。蹦蹦狙我枪，我没开枪，没事。可以换枪，差一点还好没开枪。他就是刚才应该闪回去的时候看到的。对，刚好回去了。孙秋可以上中路啥？别，小心加小道，加小道，缺一点加小道，他避他。他避探，我们来看一下。
阿斌，这边我控吧。能不能把小刀这点给架出来？因为刚才好像就是平常心刚准备就是上上分吧，好像就是小刀刚准备往前冲。嗯。A 区人又很多，但感觉潜伏者这边又要往 A 区集结了。哎，看到头皮了。哎，这边随着小区的一枪啊，直接是想要进攻，能不能进得来？凡凡这边侧门是碰到了两个。定了位置，那这样的话7-7，这场比赛有点意思了，是打得非常的纠结。还是要爬九八，因为几次下来 A 区都是重防。我们看到这一分，看一下是要不要重防一些 B， 重防一下 B 区了，因为几次都是 A 区重防。嗯，这边四个人是直接上来就开始抢这个九八。其实把牙膏给打掉了。小包下跑，不下跑，快点！跑，来跟我，摆了个阵。这边要顺势而上了。也可以控一排，有点着急。对，控一排，然后再去进行一次二次的一个进攻。我小兵这边通过自己的个人枪法，但是保卫者这边着急了。是啊，我就在这里不动了。啊！佳琪，这个优势反而是变成了一个劣势。这一波双方操作都挺急的。就明明其实伊萨这边有人，应该是西莫说了可以别打，对吧？然后我就可以回了，就留小兵一个人。小兵这个点已经杀人了，但是没有想到是个人的发挥。来拉说，1、2、3，没有回，没有回。而且刚刚也听到这个，应该跟西莫应该说有点乱了。来了。8-7 ，XROK 的一个领先了。就是有点着急了。就太着急了，就感觉已经开始有点乱了，不像我们之前说的，就是伊斯拉的那个状态了。对。加一二。感觉 XOK 也是慢慢的感觉自己能获胜了以后，就是交流会特别多。在之前感觉就是只有龙龙在说话。对，就是慢慢的提高了一点胜利的欲望。你要怎么看？还这么看，先这么看，然后找时间我去摸，好吧？小刀口，小刀口一个，看这不是第三个吗？这边 A 点的防守站位啊，一个人去架小道，一个人去架正门。是。其实还是要看一大这边怎么样去选择，现在就很被动。对，看一下三人的抱团，带包要，真的又出来了，这个是上局没出来，这次出来了。反而还是手感特别好吧，然后就是想通过自己的一些个人的一些主动来帮助队伍。这边需要打一波中路和 B 的配合，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波能不能成功。首先，中路这边两个人全部被打掉了，而且正面其实这边也是不是非常的顺利，4-2的一个回防。怼吧怼吧，我有白，怼，包点白了。对对对，今天先怼。这边应该被看到了位置，看一下西莫被扑掉，小新也被扑掉，9-7 ，XOK 难道要拿到今天的一个首胜吗？状态非常好，已经来到了赛点。这样的话，感觉伊斯达这边压力就大了呀。是。对于炫世来说，其实他们一直都是一个比较常规的一个防守，是，就是这样一个常规的防守，还真就是把各个点位可能都是防的还是比较成功的。1分30秒，看一下小道，还
还是在控点。对于 XOF 来说，我现在是一个优势，我没必要那么着急。嗯。30秒吧，30秒去看。看小道，可以来了。伊斯达很大的一个劣势，两分啊，能不能扛得住？现在目前情况下，我觉得对于龙来说，现在哎，但是哎呦又来了，凡凡应该是一发带走了极品，又是小刀口。对，这个应该是西莫刚才有提到过，就是对方的小刀很喜欢出来，就是可以架一下的。有烟不？没烟，打一个药。没打。烟不？来封一口。没烟，没烟。两个一层，而且可以看到现在就是慢慢又在 A 大进行集结。这边是来了一个小跳，但是这边凡凡就是已经单局三杀了吧？是这边，但是新出一个补枪，二打二，两个满血对上两个残血，不太敢直接进。是。这个说我尽力的估计是凡凡了。稳住橘子，枪最准了。对，一起的。没事，下面靠着。时间非常紧迫，最后的25秒，选择了一个转点。那这样的话，来看一下剩下两名保卫者，在应该把这个 A Y 探没有人之后，马上转了。我们来看五号位已经转了。这个关键点就是这个位置，我也看到了。哦呦，两个人对视了一下，看到了对方。对。别急，橘子靠家前了。确实还是自己心里面有这个点的。嗯，小七这个点赶紧要走，因为如果没走掉的话，其实跳下来，对，两个人只要抱团现在就可以。哦呦，这个五号位照要速度比较快才可以。换血就血，没散包，没散包，也半残，半残也给顺了。哦呦，没有，哎呦，这个真的是稳住了呀，这个差一点啊。是的，两边再一次来到这种纠结的比分，我们来看一下到底是 XO 可以拿到他们在这个目前 CFL 的一个首胜，还是 Estar 可以稳住这个局面，加入到平局。是的，你看上来就是确实真的是防守没有什么太大的一个变化，就第一时间一定是一个常规的防守，然后可能第二时间会重防一个 A 点， B 点好像都没有看过去重防，基本上没有重防，对，都是 A 区的重防三人。但是感觉这一局可能凡凡不太会再去，再出来就过分了吧，出来四局了，这局应该是要稳着了。但确实手感非常不错嘛，就是基本上出来都是有收获的。嗯、是的。你看他开四把了，要不要直接打？还来吗？别吧。哎，怎么感觉凡凡还是在一点点往小道口那边凑啊？但我觉得如果再来就真的是成也是他败着他了， 对， 对吧，如果你再来的话，来了，真来，你这是我觉得有点年轻了吧。完了，别挡。哎呦，这边挡了一下，刚好挡住了这个时间差。凡凡是幸运的，是今天是幸运凡。对，小兵应该是在自己在酒吧就是单独玩了，又来了凡凡。这次我从正门出，这边还要直接出吗？三个人要直接去打 A， 但是二号位回防的很快啊，这边直接把大 T 架住，其实还可以靠一下的，是因为正面大 T 没来，带包的直接走了，打 B 了，让四号位走，吉云比能不能扛得住？五箱可以扛住了，别死就行，现在真的看牙膏能不能把 C 组给断掉，没打掉，强拆了吗？终极强拆吗？哎，我有一人一个，哇，这个残局恭喜一下炫石。是的，恭喜炫石拿到了自己的首胜。
但是恭喜一下，确实是拿到他们本场比赛的胜利啊！可以看到，其实到下半场的时候，就很多局对于伊斯塔来说，他们打的都太过于着急了。而且其实，在中间，我真的觉得今天为什么是今天是幸运的凡凡呢？就是全局下来出来了小到五次，你想共振幻才多少局，自己出来了五次，而且每次都不死，对，就只有第一次被西莫可能抓了一个，想走的时候被打掉，剩下的情况下都能杀一个，要不然就是回来我也很幸运。偷了一个油回来，还在这个点，如果你再要打的话，我还能再杀两三个。就是今天这个胜利，我觉得 MVP 肯定要是要给到这个凡凡的。对，他可能是在就是说下半场或者整场比赛起到了非常关键性的作用。但是反过来看，伊斯塔从上半场就是说西莫的一个位置，还有这个十一苏这两个选手的一个位置，到下半场他们就是说在进攻的时候一个着急的一个状态，感觉今天好像是四场比赛，好像整体出问题的一个队伍真的是好像每场都有。就印象当中就会发现。很多队伍都是今天是全员的这种状态很低迷，然后也没有一些个人东西打出来。首先我们从今天我们给大家去复盘，今天第一场比赛是白鲨战胜了 AG， 那第一场比赛 AG 的状态就是全员的补枪跟他们的衔接出了很大的一个问题。对，然后到第二场比赛 KZ 跟这个 SV 的话，我觉得 KZ 就是 SV 是整体，尤其是以马哲为主，就整体的状态很好，然后 KZ 的话也属于比较平均，就是也没有一些整体是不太好特殊的一些爆发。嗯，然后到了后面就是 LGD 也是，就真的全下就是不像我们可能前面在第一轮看到比赛那样，就是可能每个队伍都会有一些个人能力的爆发，再到一些团队东西打得很流畅。对，我们在开赛前还在夸就是伊斯塔这个流畅的状态，结果没想到今天完全被凡凡一个人就是拖动了整个比赛节奏。对，所以说在我们昨天呢，就是说第一轮最后的几场比赛我们就有聊过嘛，其实第二轮开始的时候真就不一定会是什么样的，就是每个队伍的一个状态啊，包括就是说像伊斯塔或者 WE 这种就是队伍能不能够把自己的一个说胜利的方向坚持到最后，都是一个未知数。就现在让这个 SOK 拿到分数，我觉得整个队伍也首先是很开心，替他们很高兴拿到第一分。那在后面如果说你再能拿到分数，那就会像这个 A 组一样了，就你会把这个淘汰，就是十进八的这种状态就会搅乱了，就对，就会让我们猜测到底是谁会被淘汰，这个是说不准的。对，他起码要就是确实要再胜一场，再胜一场以 后对，然后留给他们可能再给他们有一个两场的机会。对，那我觉得就是要猜测一下了，这起码是对炫石来说是一个好的开始。是，所以今天而且到最后的时候，尤其到就是9-8的时候，对于炫石来说感觉都是挺为他们担心的。是，而且在今天这个比赛里面，我感觉还是中间有听到伊斯塔的教练，就是西莫有一局没喊住队友，就真的已经说了别打 B 了，还是队友去在这个 B 的一个阵地战落败了，就是没喊他回来。嗯，就这一分如果能喊回来，我觉得可以有的一打。如果说他们去看一下今天的一个复盘的话，这属于伊斯塔自己的一个失误的点吧。对，所以说今天几支落败的队伍，其实他们失败的点就是非常明显、非常突出的，是就不是说那种可能就是说，哎，好像是打得还可以，就不知道可能怎么说细节上的一个问题，就是很小的一个细节上的问题，都是比较明显。是，也是第二轮的第一天结束了以后，还剩下4天的这种小组赛，时间真的不多了，就是谁被淘汰，谁进入到胜者组，谁是这个败者组，真的需要他们去。自己去琢磨了，而且真的是通过自己的小的细节。我们看一下 MVP， 是给到了凡凡21-13，确实是在这个 A 小的一个各种时间点的一个前景，给到了队伍非常大的一个优势。是，拿到这个 MVP 状态也是非常的不错。刚才看到他这个看到自己 MVP 这个照片，哎，自己惊讶了，也还不错。哎，觉得很自己很帅是吧？是，状态很好。那确实也是今天手感真的很不错啊，在这个整个的局面下，我们看到目前的一个积分的情况是。这个积分就是先 A 组，我们先抛开 SV 不看，好吧？好，这个五分就是稳稳的进入到胜组的，我觉得。对。然后剩下就是3-2分，1-1分，很不明朗。这个局面 KZ 是最不明朗。而且其实现在就是剩余的这个4支队伍的一个实力，你要说谁比谁强很多，没有。说不准，是真说不准。然后另外一边的话就是 XOG 拿到分以后，他跟 AG 这个差距变小了 ，AG 今天的状态也不好。然后前面的3个3分看过来，就是我觉得他们3个应该是基本上可以晋级，对，正常就是可能看 AG 跟 XOK 了，现在反而压力给到 AG 这边了。是的，那接下来是我们的复盘环节，让我们把时间交给加菲。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今天的复盘时刻，我是今天的复盘嘉宾加菲。相信大家在通过近期的一个比赛啊，也是有发现，在所有战队在担任潜伏者的时候，都会经过
一个很长的一个时间啊，通过自己的一个跑动，这个佯攻加上转点啊，让保卫者十分的头疼。那么保卫者这方的话，经常会祭出这个堵点的一个方式，反倒让潜伏者来头疼。那在今天的一个比赛当中，KZ 向我们诠释了一下面对保卫者的一个堵点如何拿下这一波。来，我们通过游戏画面来进入到这张地图，来看一下这边的话，其实 KZ 在面对他们的对手 SV 的时候祭出的一个 A 大的一波这个佯攻的一个这个爆弹的一个战术啊。第一点，这边西西在凉亭的一个位置给这边 A 正门中间的偏左的一个位置扔了一个瞬爆闪，这样的话其实对于这个 A 门左右手近点的一个人呢，如果是直瞄的话必吃一个大白。第二个点的话就是刀刀这个位置给二楼扔了一颗瞬爆闪，以及第二时间扔了一颗后路的一个烟雾弹啊，这波其实是一个他们的一个战术的一个道具的一个应用。我们来切入到这边 A 包点的一个视角，那我们重新回顾一下，其实 A 爆点的话，西西扔的这个闪光会在 A 门这个位置爆，那这样的话其实门左门右的两名直瞄正门的一个保卫者啊将会吃第一大白。这也就是为什么念旧在这个位置一定要背闪，通过一楼的一个一楼跟二楼的保卫者来帮他来看来听闪这样的一个位置。那第二时间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刀刀扔的那个闪光呢，其实瞬爆的一个位置在这样的话，其实有助于第二时间潜伏者两名潜伏者从 A 正门的这个位置能让他无伤的一个情况下，让 A 包点二楼的这个保卫者没有办法进行到补枪。而且第二时间的话，刀刀在后路这个位置还给这个铁门这个位置扔了一颗烟，这样的话其实如果说是一个常规的防守的话，第二时间潜伏者如果顺利的把 A 包点拿下来的话，这样保卫者不好进行一个突烟的一个回防的一个状态。那这一波其实我们还要表扬一下这个伟伟啊，也是出现了一个自己的一个个人的小爆发。来，我们看一下第一视角究竟发生了什么。这边西西包括刀刀，这边瞬爆闪一出手，西西跟伟伟一个看左手一个看右手，直接把这边一楼包括门锁以及二楼的三名保卫者全都打掉了。这边马哲的回防速度虽然说非常快，但是寡不敌众，那这样的话已经形成了一个一打三的一个局面，安可在后路也无力回天，所以说这一波也是 KZ 在面对这个堵防的一个情况下，完美的诠释了一下如何通过自己的道具以及灵活的一个跑位啊，然后进行的这么一波战术运用。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一个战术复盘，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交给主持人妮妮。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赛后采访环节，我是今晚的主持人妮妮。那我们今天的最后一场比赛呢，获胜的队伍是 XROCK 战胜石战队。那我们也是采访一下本场的 MVP 凡凡，来凡凡给所有的新朋友先打个招呼吧。Hello， 大家好，我是炫石战队的凡凡。那凡凡应该算是我们舞台上的新人了，对不对？那自己拿到了 MVP 有什么样的感想吗？比较开心吧，就是没想到自己能拿 MVP 吧。那可以看得出来今天我们这张图打得还是蛮积极的，那是最近有认真的训练这张图吗？还好吧，就放开打吧，就属于是心态我们比较好，就是让我们就放开打就好了，输赢就那不重要了，就越是放松就愿意去放手一搏，反而就是打得非常的强势啊。那因为凡凡应该算是新人嘛，觉得在这个舞台上面有什么样的收获吗？收获就是不会像以前那么紧张吧，打线下的话，以前线下打的比较少，就会比较手抖啊紧张什么的，打过来几轮这个比赛的话，估计以后就不会太紧吧，就会更加的放松一点啊。那也会学习一些舞台的经验。那因为我们队当中其实龙龙是一个老将了嘛，那他平时会有教给你们一些什么吗？就教教我们就是在哪个点位啊，就怎么杀人什么的，还有就是时间差上面的东西吧，就主要教教我们就是临场怎么打吧，就临场的时候会教比较多的东西，会有更多的一些舞台上包括赛场上的一些经验的汲取啊。好，那我们这边也是感谢一下凡凡接受到采访，我们也是希望一下 XROCK 在之后的杯赛当中能够有更好的一个表现。好，我们辛苦一下选手到台下稍事休息好不好，来这边请。好，那么到这边为止呢，我们今天的四场 BOE 的比赛是全部都结束了，在最后我们来回顾一下今天四场比赛的比分吧。
今天的第一场比赛是由白沙对阵 AG， 最终白沙是以10-4的比分战胜了 AG。 第二场 SV 以10-6战胜了 KingZone。 第三场比赛是 EDG 对阵 LGD， 最终的比分是 EDG 以10-6战胜了 LGD。 第四场是 XROCK 以10-8战胜了 ISA， 拿到了首胜。来看一下明日赛程，明天的第一场比赛是 EDG 对阵 KingZone， 第二场比赛是 XROCK 对阵白沙，第三场是由秦九对阵 LGD， 第四场由 WE 对阵 ISTA。OK， 那么今天的比赛到这边就告一个段落了，明天的八支队伍你更支持哪一支呢？不要忘记给他们打 call 哦。那明天晚上不见不散了，拜拜。